他妈玩的呢？什么玩意儿？过过呀、啊，他炸了！不是你咋的？你咋的？喜欢我之前拍戏认识的一个朋友，耳朵已经红了。知道团长多难当了吧？不打了！什么意思？刚刚还讲这个团有多么团结。别，你一世英名输在真诚上。你完蛋了！妈呀，我是我。哭什么呀？爆了！别口角了。凡是时尚，我不来事。把我们的颜值担当都带过来，看看能不能踩着那个化学反应。狼人杀规则：本轮为十人局，十名玩家分为三个狼人、三个村民、三个神职和一个白痴。村民、神职和白痴都是好人，与狼人阵营对立。狼人每晚杀掉一人，预言家每晚可以查验一人身份，猎人死后可开枪射杀一人。女巫有一瓶解药，一瓶毒药，解药可以救活夜里被杀之人，毒药可以毒死一人。白痴可在被公投出局后大喊我是白痴，从而留在场上，但被刀被毒都会直接死亡。游戏采用土编规则，狼人杀死所有村民或所有神职即为获胜，好人消灭所有狼人即为获胜。游戏结束后，所有人投票选出一名最想让人吐槽的喜人，评为不争气的小东西。在这一天，大家正在饮酒作乐，请大家准备拿起手中的酒杯啊！这是酒杯啊！请，哎，对的，是的，请打开之后喝下这一杯酒的每一滴酒水。要喝完了，你喝完它，一定要喝完，每一位朋友啊！最后来一声啊，干！哎，对。暗藏玄机啊！明白了，大家突然恍然大悟。就在这个时候，迷雾袭来，所有人的眼前变得一片朦胧，天慢慢的黑了。哇，这个法官话好多。不是他抢戏，我感觉不是沉浸感，好沉浸。现在，小镇上多了几分外来者。在浓雾之中，山顶之上有三只恶狼睁开了自己猩红的双眼。啊，请大家确认同伴的身份。好的，你们确认完毕了，请闭眼。请预言家睁眼。请预言家睁眼。你是一位正义使者，请将你今天晚上觉得不太对劲的人挑出来，我会告诉你他是否是邪恶的一方。这个是好人，这个是恶魔，他是这个，是这个。好，这个是邪恶的一方，这个是好人，他是这个。好，请预言家闭眼。你快点哥，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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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等一下，这怎么一点都不沉浸了？都是。好，现在请我们的狼人再次睁开双眼。我怎么这样啊？是这样玩的吗？对，就是都得睁两次，哥，你就听他的，对你听他的。就这个狼人再次睁开双眼，刚才你们选定了一位要屠杀的人，请把他的号码报给我。请把他的号码报给我。决定好后，就请闭上你们的眼睛。女巫，请睁眼。你手中有一瓶天使之泪，还有一瓶恶魔之水。哦，好好好，快点开始来，来，好好，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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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老天使之泪，我天，天使之泪，我这。昨天晚上死去的，是他。你有一瓶解药和一瓶毒药，请问你是否要使用你的解药？请问你是否要使用你的毒药？好的，女巫，请闭上双眼。好，猎人，请你睁眼。你的手上有一把枪，请你擦拭一下，先擦一下枪子的。好好 ，OK， 猎人，请闭眼。白痴，请睁眼。好，白痴，请闭眼。天亮了。
迷雾散开啊，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那么突然，来来来，突然有一个声音，你不要再那啥了，就是咱们为刚才他的这个表现进行一个打分吧。对不起，哥，对不起。来，我建议啊，马老师，先把他投出去，先把他投出去完事儿了、啊。马老师，我之后不会再嘴碎了。我刚才就是想，刚才练了好久，我想用一下，我让大家沉浸一下。结果我没有，我出错了。来宣布吧。好，昨天晚上是一个平安之夜。所有居民的居民都平安地坐在这个饭桌上。好，现在呢，我将挑选我的。所有人来挑你的问题，罗领导。在我刚才说的这一瞬间，那个四号发出了惨叫，应声倒地，四号死了。昨天四号，何华老师，他是那他就不是昨天晚上，那跟狼人没有关系，他是猝死。因为你的天都亮了死了，天亮了死了。我是平安夜吗？他是啊，他出事，死到临头。四号，请你发表你的遗言。我是猎人，我带走一个人。OK， 我这么怎么带走啊？哥，你就放心的带走，直接带，大胆带，看谁顺眼，看谁不顺眼，直接带。我看你画了图，画半天。弑君之心跃然纸上啊！你这，王老师，其实我们玩狼人杀不是重点，我希望你把节目效果拉满。我希望你把节目效果拉满。我带走这个猎人的性命，我给他带走，画半天带走。我觉得你可能带错人了。哥，你别白话，你给我了。嗯，你别白话。他被带走，完全是因为他画了个格，是吗？我要一直带这个吗？你肯定要带这个，甚至李安都得带上了。我是预言家。哎呦，真的吗？就如果是的话，那节目效果真的蛮不错啊。那真拉满了。我是想快速进入第二个游戏。平民走的，然后那个说一下那个啥，我在想为什么会有平安夜以后又死了一个，那是不是意味着是失误？想多了，是失误。好，那我就把场外信息刨除掉啊。这个欢哥死了，证明有人想让你死。那有人想让你死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一个综艺效果把我带走？也没有，人也不知道你是猎人嘛，对不对？他在盘什么？他有逻辑落。兄弟，咱不用每一局游戏都按那个京城大师赛。好，我觉得库腾是狼啊，然后马老师是狼啊，丢两个水包，不负任何责任啊，然后那个也不用太深究，没有任何信息，平民走了，不多说话了，拜拜。行，欢哥，好样的，好样的。OK， 好的。那现在从每集，不是四左四右，四左四右这个，四左四右是按照这个来的吗？啊，我不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是吧？你可以啊，你可以就按你的来。我没有自己的规则是吗？就按自己来。那就六号发言吧。我也没啥好说，我民以上身份啊，我不认同，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就是说猎人走，啊，我觉得对于我们好人阵营呢，相对利好。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好的这个有作用的神牌还在场上，对吧？所以我建议预言家先不要跳，如果验到坏人身份跳，好人身份呢可以不用跳，啊，这样的话保护一下，因为这个场上只有三个神牌嘛，对吧？我觉得保护一下，对吧？然后女巫可以聊聊信息。这我觉得没问题，丢水包我是不认的啊，这个是属于那个顺位丢的，我发言非常朗朗啊，大家相信我就完事儿了，好吧？哦，到我发言，七号发言，我觉得库腾刚才的发言在我这里听感不太好，因为他说那个猎人走了，他说很明确，他说很明显是好事，我觉得猎人走不是好事，因为猎人这一枪打在了平民身上，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我很难过。那你怎么？那刚才你也在起哄，我们在录，我没有录像啊，兄弟。我带走这个人，我给他带走。你主
脑壳分离了是吧？OK OK， 我现在那个吕岩踩了一脚他，我现在听感不太好，我现在有点怀疑他。一会儿听一下，我也着重听一下马老师发言。我也不说我自己什么身份，好吧，过。这不跟我说的一样？没有啊，兄弟，你说猎人死了好啊。我是好身份，首先我要说我是好身份，然后欢哥这一枪开的，我觉得应该是误伤了。裤腾的发言确实一上来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带着自己身份，完了就这第一反应不好啊，就是咋能打死个人，他咋能是好事呢？裤腾这个我俩这肯定是杠上了啊，我觉得可以验一验裤腾的身份，看一看，如果裤腾身份不做好的话，那就是对我这边得过。来，肃静一下啊！发言了，九号发言了，九号发言了啊！我要记了，是这样的，你等会儿啊，来我捋一下。首先，我觉得库腾发言不太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确定有一神已经离开了的情况下，还有两个神，一个是预言家，一个是女巫，对吧？他在找他，让这两个人纷纷跳出。那这咱有没有回报？这个情况，他先说咱有没有回报？我说咱千万别跳，我说你千万说着话没毛病，可是你没说，记忆力差点。等一下，你继续说。你干啥呢？啊，我维持秩序。哦，维持一下秩序，我是法官。啊，我的，我无所谓的。啊，你喝了来的？喂，我们刚才所有人都喝了一杯。你把天放这后面的狼改成精神病，现在就改，不改成醉汉，改成醉汉。我们所有人都喝了一杯的。你那不能是白的吧？啊、我们是可乐。然后你们，我沉浸式的，我是属于沉浸式的那种。你是沉醉式的。啊，我是沉浸式的那种。在这儿，我要盲踢几脚，盲踢几脚，像吕岩一样。我要踢一下裤腾，踢一下马老师，再踢一脚邓帅啊！哎呀，这是我点出的三个狼坑。至于我为什么那么点，下回分解。过，还留个悬念，还留个悬念，这个好。过了，过了。我觉得这个桌上技术流也没有什么优势，反正。跟一帮喝多了玩儿。首先这么聊下来以后呢，我觉得第一个库腾应该是会玩的，但是库腾特别像聊爆了，上来就剧本就聊爆了，就应该是因为又呼唤神亮身份呐、啊。哟，反正就是基本上给聊爆。神千万别亮身。然后前面一串都踩我，就是大家的这个顺踩顺跟乱七八糟。所以这一堆里面，我觉得狼面还挺大的。我是个平民身份，过。一号发言，哼，一号全场唯一真预言家。OK 了，我爆，我爆，我爆狼，天黑请闭眼，进入黑夜，好，Thank you。天黑请闭眼，又是一场黑夜，请狼人睁眼。请选择你们要屠杀的。啊，好，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睡得有点死了，刚才。请选择你将查验的号码。好，好的是这个，坏的是这个，他。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天晚上死的人是他，请问你是否要解救？如果你要读的话，请问你要读谁？好的，女巫请闭眼。好，现在天亮了。昨天晚上是一场平安夜。OK。那就七号顺位吧，我先说是吧？
好，我先说啊，上一把库腾爆了的情况下，就证明这个预言家肯定是验到他的队友了，他就怕朱美吉说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是朱美吉的后面，这把主要听刘思维和苗鹏聊过。我同意，我同意张成说的一切，而且事实证明刚才分析的没毛病。啊，过。嗯，哼，全场最会玩的人要说话了。证明我刚才点了三个，有一个是对的嘛？对，对吧？我上来点一个是对的，证明我还是会玩的嘛。但是我确实没有什么信息了。嗯。啊，因为我身份是个好人，我全程闭眼嘛。现在你们俩谁也没说话，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要跳预言家。现在我就认美吉是预言家，而且他说话一瞬间，狼就爆了，就证明他这身份更加真实，对吧？所以说，我跟着美吉走，过。一会儿就听朱美吉，因为现在目前是唯一说自己是真预言家被狼自爆的。前面说有一个查杀，反正他的气势是有一个查杀，那就是跟着预言家走呗。过。嗯 ，OK， 朱美吉，太好了，预言家啊，就信我就完了。女巫别跳啊，女巫别跳，女巫不用跳，嗯，然后就我来跳就行了。我第一天晚上呢，我就想在两边摸摸谁呢，是一头小狼呢，还是一头中年狼呢？我说我要不摸摸这个中年的狼吧。好身份是这个，坏身份这个，他说是这个，我说哦，又把我叫起来了，说好身份是这个，坏身份他是这个，我说啊，就说明不一定。要不法官先把棍儿拿起来，先把棍儿拿起来。然后我摸了我的搭档三号刘思维，嗯，好身份是这个，坏身份这个，他是这个，那么已知马老师是个这个，那么后面的小苗不如现在飙飙水，一会儿我们就全票先把马老师走了，女巫不用跳，女巫也不用干嘛，晚上你自己听听感，读了他，读了他们就行了啊。过，过。啊，好，这么玩是吧？啊，不是你当掼蛋那么玩的吗？什么玩意儿？过过呀，啊，太炸了！怎么样？我这么玩是吧？让我明白了。爆爆，好。今天喝酒准备？哦，又没说上话，两轮没说话了。我们赢不了，我们还不能封杀了某些人，不让他说话吗？狼肯定是赢了，这局我不多说了。Rex， 放松一点儿，其实啊，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没人关注你。好，狼人，请睁开双眼，请你选择要击杀的对象，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请选择你要查验的人。他是这个，好，请预言家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天晚上他死去了，请问你要使用你的解药吗？如果使用毒药，你将怎样使用？毒谁？你要毒谁？你确定吗？好。请闭眼，天亮了。好，那照这么说的话，游戏结束了。啊，狼人，等会儿你确定一下，姐没结束？没有结束吧？昨天晚上死的人是八号和一号，但是游戏结束了。对，好，特别好，特别好。怎么事儿？第一次刚学，告诉我另外一头狼是谁？是一号。你傻呀？是八号。女巫毒中了那个狼，非常准。好人赢了。女巫是谁啊？我呀，啊，哥们儿，我全点中了哦。那就说明你睁眼了，就好好吊，就好好吊一下那身体。有三只恶狼睁开了自己猩红的双眼。啊，请大家确认同伴的身份。好好吊一下那身体。啊。
我点中了。你第一轮你啥信息都没有，你凭啥全点对啊？哥们儿，我是白痴啊！好人赢了，好人赢了。你为什么给我们俩丢水包？因为我上来说了一句我是预言家，然后这个时候马老师表情非常细节，我希望有个回放，他在就是面向就是这种皮笑肉不笑的那种，我是预言家。哎呦，真的吗？就如果是的话，那节目效果真的拉满，那真拉满了。我跟你讲，我这个心情，这个什么，刚才钟美姬说，我呢验了一个中年郎，我说这桌里我不算中年，也是老年，不是我，他以为验的合欢，嗯，关键是我一点体验感没，我连个过字都没说，完事儿了。天放特别酷，他嘴上说的东西全不对，但是结果是对的。对，你知道我为什么分析他吗？啊哈，因为首先他当好人阵营的时候，他会非常客观的分析，他一旦开始划水了，他开始搞笑了，谁呀？裤裆，就证明他是狼了啊！这是基，因为我玩过所有的狼人杀都是跟裤腾一块玩的，我对他很了解。那你经验真的有限。嗯，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要分析的是，马老师是我唯一一个不敢怀疑他是狼人的。哎，是的，不带这样了，好像每一个人验的都是我。哎，我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马老师是狼。然后下一个，我想是最不可能是狼的人是谁？这个人太面善了。对，他人傻，反而兄弟，这个场上最不有可能是狼的，应该是法官。那你看敏是法官，我跟你说，我这把敏的非常准，敏的准，敏的准，敏的准。游戏结束了啊，我们要全场投出一个叫做不争气的小东西，惩罚是直接让他带上一个不争气的小东西的绶带，让他丢人。OK。哎，什么玩意儿？这个爆了，记在头上了啊！哎，不是为啥这个人会自己惩罚自己？不是太抢戏了，我得亏我坐在旁边，要不咋整啊？我今天是谁呢？每人拉一轮票吧。好好，那从库腾开始吧。啊，我建议投出王天放。首先有两点，第一点呢，天放今天玩的确实不咋地。第二点呢，如果他当选的话，我可以狠狠惩罚他，我能下得去这个手啊。其他人的话，反正你们掂量。反正你投马老师完事，你啥惩罚呀？这，你惩罚他，他不惩罚你啊？他不惩罚你，米未不惩罚你啊？我是那心眼大的人吗？你这对对。我吧，觉得天放还行。你说睁眼那轮，我天放还行，我觉得还是得有点效果。不是哥，他想投出一个不争气的小法官。我确实觉得自己该罚。今天在我这儿呢，表现不好的小灯西有三位啊。第一位是灯的，我认了。第二是何欢老师，第三是刘思维老师。哎，没有我吗？但是为了节目效果，我投王天放。来。这是我听过逻辑最严谨的一段，有理有据，就这一句话就坚定了我的信心。我投罗生灯，罗生灯，会员们有的看了。哥们是这样的，我就是觉得我今天表现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不该投我。灯子呢？灯子失误在我这也可圈可点。那你作弊那事怎么说？所以说我要投裤腾。他说我作弊，这个我忍受不了，我一身光明磊落。来，咱们最后就手指天，然后指向一个人，是吧 ？OK， 来吧。三、二、一。哦，脸可以哦。
走。我还有两票呢。他自己投自己算吗？必算必算。我心里有，我难受。王定芳只有四票。灯子赢了。王定芳只有四票，四票。王定芳只有四票。吕岩，不是你等一会儿，吕岩，那个手指，你到底指的是哪儿？顾腾，顾腾，你指。哦。我还有两票呢。王定芳。王天放吧，啊，是不是？对对对，你没有改吧？没改没改，我把他认识王天放了。哦，好，好，那就是王天放跟罗盛灯要进入 PK。为啥不能是两个人呢？这都是男方的合适。这样，让他们俩站在一块儿，拿一个绶带捆起来。走。哥，我错了，没事，错的是这个世界。我先给马老师拍上来。我先来。好，我们来合影吗？有坏人啊！哎，再来一张这个姿势。对来，顾腾你去，我来给你照。好来。OK 啦，好开心啊我！就围着他们，我们来一个集体的大合影就行了。哎，我们跳起来吧，要不然。一二三，就这样。二三，当时，我好疼啊！刚才那一下，还有人疼吗？你也疼啊？不是，他戳的我。啊！鉴于这个场面，一个法官有可能会 hold 不住，给我拿一个棒子，我在这纠错吧，然后我当法官。哥们儿，我喜欢这个道具，给你，能干嘛呢？这个就比方说谁擦嘴了，谁场外了，我直接一棒子。哎呦，我这狠，哥们儿，太狠了吧！哎呦我这少不了挨干，说实话。好，来 ，Hold on，Hold on， 这各位尊贵的会员，由于第一集过于惨不忍睹，再次为您手动跳过。无意的玩家就由荒谬的法警来惩治，诚邀大家吃瓜欣赏。老师，快点！天黑谁没闭？谁没闭眼的？你后边有死神。住口！住手！剁事！哎，我都死了。到我时间是吧？到你时间了。稍微多给我。别说。对不起。不扯完了。妈呀！哥们儿。背诵完毕，好好看下一局吧。还有姐，来，你们谁当法官？不是马老师，你必须得让康华，我来给您当法警。不行，你怕挨揍是吧？你们俩崔林格看看谁当那个法警吧，谁赢了谁当。对，来吧，三局两胜。对，来三二一，走，一局赢一局，走。你捧一怀，不是你先把他，你赶紧吧，兄弟。哥们儿，这就没有喜剧效果。你赶紧吧，这就没有喜剧效果。兄弟，就这一趴，我不用喜剧效果。没事，你等一会儿关机的啊，你等一会儿关机，咱俩大战一下子。哥们儿，你往天王脸上打，给他钢牙打成。哥们儿，他在舞台上差点给我嘴巴。分呐、啊，我分吗？为啥不分呢、啊？哎呦，那谁分就应该给谁，谁分就应该给谁呀、啊？别，我是法警，是我分出来有的，你给我分。等这个节目播出了，就知道谁霸凌谁了。来吧，第二局大家好好玩。天黑，请闭眼。来，我看谁睁眼啊。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
预言家请看法官手势，好人他是这个，狼人他是这个，他的身份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死的人是这个，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天亮了，你蒸慢了，蒸慢了也，这理由想半天了，对，我说他没动，他在想理由啊。对，好，昨天晚上是平安夜。六号开始发言。全场唯一真预言家，信了。我昨天验的是高超，因为我看了眼他眼神觉得有点不做好，所以我验了他，他是我的金水。嗯，然后没了，我也不太会玩，反正我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过。啊，那我是肯定就喝了，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信吧。这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我觉得王楠的状态也非常好，感觉就是直接可以信，然后听后面发言吧。那我觉得就你面相的话，我也就个心灵感应测了一下，感觉这也不是个什么好人。你但凡说什么村民啥的，你这一轮就走，好吧？行吧。你还是太吓人了，要我了是吧？聊吧。我可以冒犯一点吧，哥们儿，太假了，这真的太预判了。我感觉他们夜里边对好了，让自己的队友起跳。六号这一站起来，全场，哎呦，我信了。他话都没说完，你接词接太快了，真的没有过程，没有反应，真的没有判断了，这已经真的太假了。你干嘛？你不要跟我对话，太假了。后边但凡有出来预言家的，我都信，真的太假了。这个金水我不信，我觉得他俩是共编的，嗯，真的。然后我的身份呢，你真打不动啊，我是神，过了。哎，来到我了啊，我是预言家。我先问你退不退，我先问你退不退，好吧。我昨天晚上验的一号严佩伦，他是我的金水，来拿一个，好好拿住了，拿住了啊。然后你的身份我现在也做好，也做好。为什么好？因为我不太相信两狼绑定，因为这种事情概率比较小，一出去全出去了。所以说他那个，你给我换成银的，快赶紧，赶紧换成银的。这一轮我不听你们后面所有的发言，你们那个因为女巫药已经用掉了，所以说不用发言，你们就听就好了。哎，我刚才是不是一半？哎呀，我看错了，不是，我还有一半。那个女巫不用跳出来了，然后这轮，他用眼神告诉我他不退水，这轮把六给我出了，不。那我觉得现在两个预言家的话，六九都是预言家，刚才八号发言很不错，先票八呗，对吧？既然没有主意的话，没毛病吧，对吧？他先跳起来，他觉得他那边的不做好，反正我是觉得我票八，哎 ，OK。不是，那这样行不行？就让女巫把八堵走呗，然后咱就是俩预言家，我是更先相信天放一点，不行就对六号，我出六过。其实你还有沙子，但是你上把玩的不好。我是个傻子。我比较相信天放，按这个逻辑可以先试试六。我是觉得上来就跳，我觉得很可疑。就这样，剩一半。OK， 没问题。我对冠军没有。我好想当法警。因为我是首先是觉得在平安夜没有解药的情况下，预言家爆自己金水作为第一个发言，我觉得其实意识不大的，所以这个发言确实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九号在后置位起跳说自己是预言家发金水，其实反而是一件相对比较高的行为，就是九确实比六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发言到这片没找着六的队友，我也有点慌张，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六你都不在。好，说完了。哎呦，说完也得给一下子。我觉得六和九在我这看来没有明显的高低啊，所以我不太认可你刚才那个觉得九的身份就比六高。然后二号刚才有一个发言，其实我不太认可，他说要读掉八号，因为八号他是一张认了自己是神身份的牌，他读了的话，这张牌就会哪怕是投出去，他还能发动技能，所以我觉得读走这个行为，在我看来二号的发言不太做好。
二号和四号他们并没有报自己民机密上，且我觉得他们的发言并没有很高的质量，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里边出一下，好吧？说话了啊，请举起你尊贵的右手，准备好。这是右手吗？这真该打。好，三、二、一，停。他是六，对不起，两个弃权，那就是六号出局。第一个遗言，我有队友吗？我一个队友都没有，全都在输，我也不知道我那我就第一个发言，我能怎么办呢？是吧？只有我的金水信了我一下。而且这个后改票，这个四号，谁来了？不是，我以为从这儿算是一。谁来了？来了哥，来，真是不公平。大的啊，这个大杯，这得使劲打，这打不断，这得。哎呦，去！啊！他打我脑袋也是这个声。啊！我不姓王了，我以后。来，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预言家请看法官手势，这个是好人，这个是狼人，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死的是他。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天亮了，我怎么感觉裤腾在附近？他就在附近，他就在你正身后。他的棒子放我头上了。昨天晚上死了两个人，排名不分先后，一个是三号，一个是九号。啊，三九。三九死了三倍都有遗言。我是平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比较信王楠了。九号应该是藏不住了，然后他们这个叫丢卒保帅，所以刚才可以盘一下刚才的逻辑，跟他站边的应该是，这是我的遗言。哦，那我是真预言家，但是很遗憾我没给大家查到查杀。昨天晚上我查的是五号，我查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四号站了我一下，只有五号很客观的一个发言，而且他们两个全程没有什么互动，我想查他们一下，我想着他们是不是在撇清关系，所以说我查了五号，五号依然是好人身份啊。所以说呢，现在场上身份最高的是一五，场上身份最高是一五，其他的没能带给你们什么。我让大家回忆一下，第一轮的时候我在发给了七号饮水之后，他依然个投的是我。啊，你们着重听一下七号怎么聊的，好吧？这个我是一个运气很差的预言家，我就先走一步了。现在从死右开始发言。啊，那刚才按照我本来前面排的就是八九是狼，然后三四问号。张伟本来开始发言，我写狼，他后来迷迷糊糊，他又没跟票。张伟是好人，王天放铁，我在我这王天放铁狼，他为啥厌我？那一天发言最不好。六号给了七号金水了，然后八号发言不好，他为啥不验八号验五号？这个疑点挺大的。那三号是被女巫干死了吗？这怎么三号就我没太明白啊。完后我感觉他们这把是这前一天晚上是狼自刀把电棒整走，因为刚才那轮发言其实挺迷惑的。然后现在在我这反正五号是好人。我现在纯懵，我真纯懵，我从他那条线捋我也能捋明白，从这边捋我也能捋明白，我现在纯懵。主要你们这都没有任何的，就是预言家的惊喜给，全给一堆金水，没有任何意义。我现在那我只能听我如果是说两边咱都不吝的话，我觉得在我这儿像狼面的是四号八号，就我觉得可能是这两个。如果那两个预言家就天放，不管是王楠，可能有一匹狼的前方，我在我这儿四号跟八号狼坑位面会大一些，啊，过。首先我先说我的身份，我是平民。然后首先是这样，如果女巫晚上睁眼
女巫晚上睁眼看到九号死了，如果九号是被狼刀的，那就说明九号是真预言家。如果女巫看到九号是真预言家，跟九号票的三号不会在他的毒药上，所以这条逻辑是不可能的。所以女巫起眼一定是看到三号被刀了，所以她觉得九号一定不是真预言家。第一晚上平安夜不是这晚，我是这晚双死，就是对话了，他对话了，打我打打，哎，他看不到。他看不到哦，他看不到，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嘛。哦，他看不到，但看不到，我觉得毒口在三也挺奇怪的，所以我觉得不会毒三，所以我觉得九应该不是真的。我现在是觉得二八里肯定跑一个，那他是真预言家的话，七号肯定是金水。嗯、我觉得二八，哎呀，不是啊，太密了。二八里出吧，二八里出吧。说完说过，他没说过呀，发言。过。初四，这个发言实在是太不做好了。二这轮的发言我觉得还行，我觉得，像好人。刚才他们绑票太明显了，我不相信以建华的这种水平，他可以在第一轮听到这两种，我觉得没有明显区别的预言家，他可以直接把一个六号票出去。我觉得这不像是一个他作为好人的一个玩法，所以四号在我这儿狼面还是很大的。因为不管是谁是真预言家，这个四号的发言都太不像是一个好人身份了，过了。这个他，我觉得这两发言非常好，然后和我的想法也很像。然后因为上一轮我觉得第一轮能看下来，感觉建华玩的挺好的。然后但是上一轮我觉得他的感觉上不应该站错边，但我在我这儿我肯定是信他的，因为我是一个确实是个好人，我好人的身份接到了一个第一轮就没有什么意义的给我一个金水，那我对狼人没有收益，所以说我觉得六一定是真预言家。然后九号其实理论上应该踩我，但是他没踩，我觉得也是在拉拢我的这一票。然后呢，我觉得这一轮我觉得狼人就是在四八九没跑了，所以说我们这轮先出这个八号。好，过该我了啊，我最后一个发言啊，那给大家正一下视角，我是那个女巫。啊，他一站起来，六号是第一天我救的六号，但他一站起来的话，我没信，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狼人自刀的，所以我没信他，所以我就站起来，然后七号又很快的跟他嘛，所以我有那个反应，我反应很大，因为我是女巫。然后昨天晚上，其实我觉得我们站错边了。六号才是真预言家，这也是金水，这个呢是狼，因为昨天晚上我读的九号，狼刀的三号，狼为啥不刀九啊？对吧？没有道理，没有任何道理不刀九，啊！你要是真女巫，我就直接哎，废话了，不能让你说，这样说，那你不允许打他，你也不是法警、啊。这是哪儿啊？真的，所以给他堵走了，所以给大家正一下视角，也投不到我身上。我觉得这把可以出四，说完了吗？四九绑票很严重，所以出四没毛病，过了。好，请活人举起右手。三、二、一。哦呦，四票是四号。两票是八号，四号出局，没有遗言。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你有一个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天亮，昨天晚上死的是五号。游戏继续。死的是五号，没有遗言。那还剩谁啊？七号发言。现在是这样。屠神局或者屠民嘛，然后我捋了一下，如果说她是女巫，我这儿直接跳了，肯定我们今天投出去，如果没有投对，我们就没了。然后我是个猎人，她不可能是女巫，如果她是女巫的话，你们俩之中有一个狼，一个民，你们得自己，你们得自己。别狗叫了，天黑请闭眼。叫什么呢？两个狼、啊。天黑请闭眼，天黑请闭眼。狼人请杀人，
狼人请闭眼，游戏结束了。二八年两狼不听我的，叫啥呀？哎，你都投错票了。我觉得这一局真是张有为玩得太好，就上来刺刀，骗完了药，然后从头到尾就一直没有被怀疑过。哥们儿，你太善良了。这张有为这种人，你怎么能救他呢？好好好，第一天晚上得救啊。狼人请杀人。昨天晚上是平安夜。哦，那给大家正一下视角，我是那个女巫。昨天晚上我毒的九号，他狼刀的三号。狼为啥不刀九？没有道理。三、二、一，四号出局，没有遗言。狼人请杀人。如果他是女巫的话，你们俩之中有一个狼，一个民，你们得自己，你们得自己。别狗叫了，叫什么呢？两个狼啊！这个游戏结束了，我们要全场投出一个叫做不争气的小东西，比如说今天全场谁玩的最水，他就是可怜的不争气的小东西，请伸出你神圣的右手。三、二、一，投！来吧，包招，过去吧。无聊的小东西，高超，高超啊，高超啊！你真丢我们老高家人！全场唯一真预言家，信了。昨天验的是高超，他是我的金水，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你给我换成银子，快赶紧！我是个猎人。叫啥呀？你都投错票了。把手拿开点，让我爸看看。记得字幕里写着是高月。有惩罚也有奖。哎呀，红包！哇哦，自己挑吧。啊，随机的呀。哎呀，刮刮乐，我最喜欢刮了。啊！中了！我中了，十块。哇！我中30。哇！来，每个人都举着自己的刮刮乐，咱们一块照张相来。好，在这边。三、二、一，现在开始喜人聚会。我当法官，我来吧，我来。天黑请闭眼。狼请睁眼。狼请睁眼，狼请杀人，这个吗？好，狼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好，预言家看我手势，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他是这个。预言家闭眼，猎人请睁眼。好，猎人闭眼。哎，不是，咱们啥时候结婚啊？咱们到了几号？你跟他们等一会儿，法官问点事儿，你们先眯一会儿。我们是睁眼还是闭眼啊？闭眼，闭眼，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死的是这个，要救吗？要救吗？用不用药？用不用药？不是，用不用药？你用不用？我要给他挂号吗？啊，好。好，这个被刀了，要不要用哈？我用药。要不要用药？你要不然还是我当法官得了。不是，我来吧，没事，慢慢了解嘛。用药吗？好。用毒吗？女巫。好。好，大家都闭眼，天亮了，睁眼。多么朴实的法言法语。太搞笑了。挺费劲的。那个什么，第一天晚上死人了。哦，没死的是忘了。三号。哦，是不是有遗言、啊？有遗言吗？应该有遗言，有遗言，说。真诚发言，我是猎人。然后呢，我可以带走人。我轻踩一下两边这个，因为两者中间如果有狼，他必踩我。如果你俩好好发言，其他那个人我会要带走。
然后大家票。你现在你只能现在你现在就要用，现在在盲带，你也可以选择不发动，你可以选择不发动，因为你这个很危险。孔老师直接开枪，直接开枪，这盲枪，带谁都不枪又是盲枪。不，孔老师决定不开枪了。啊，那再也开不了了。你确定啊？可以不开枪，可以开，你想咋的咋呗。你不，那我没机会了啊！三、二、一，开枪吗？不开。你遗言说完了吗？说完，他踩他俩。好了，那你啥你也没了。那现在几点了？就几点？从按顺序来吧。四号发言。哼。四号发言。嗯。我因为现在很确定死的是一个神，然后我觉得女巫和预言家不要怎么说呢？因为很这把肯定是图编图神，所以我觉得女巫一定要藏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然后那个我轻踩一下刘琦，因为他拿到牌之后，他的表现这样，他的表现是这样的，抽一张，我这哎。看你自己手啊，莎莎，你看你的，你看你能抽着啥？嗯哼，很恐怖。他刚拿到牌的时候，除非你一会儿要解释一下这个，我面纱嘛，就踩一下你。然后过，好，五号请发言。好，昨天晚上没有救人，死的是猎人，我是平民，感觉啊，第一天刀到三号的话，感觉像是在七八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个的。直觉上走，嗯，然后你刚刚轻踩一下刘琦，一八，哎，还是听一下后面的发言吧。说半天，然后那个没说，啥也没说住。对，神别跳就行了。嗯，我别跳，不是神别跳。我这局呢，平民没有身份。然后呢，就是这局啊，就是因为上来已经走了一个，咱也不知道是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好人其实这回应该要。谨慎去踩别人，除非有身份啊，就是我，所以说四号这里用一个场外去踩了这一号，我这不太明白。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把那种赢到好人身上，啊，我有这种感觉哈、啊。其他的没有，因为没啥视角看不到过。嗯，我觉得六号说的挺好的，然后因为说新人不能随便踩别人嘛，所以我觉得五号的那个没说了跟没说一样，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前面的案情我没有那个逻辑分析，我是好人过。现在这个五号在我这儿狼面特别大，就是盘了半天啥也没盘出来，然后踩了一下，我就是我跟七号，我是一张哎野玩家过。沙漏其实给你们都没啥用，沙漏说不完。我觉得我觉得听发言，四号先开始的，四号在前位，他其实发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我设想一下，我要在那个位置，我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五号的发言确实不做好，六号是健康，七号我看是健康，八号的发言，我本来觉得五号的发言是不健康，但是八号的发言跟五号至少是一样不健康的。然后如果我身后没有预言家跳的话，我会考虑在五号和八号中间选一个投票或者弃权，过。嗯，我是村民，然后那个笑呢，单纯是为了节目效果，就冲那个镜头这样一下。你看他就是笑。我是觉得四号应该是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他怀疑我这个也是没有问题，因为当时特别明显，没有任何人，而且是应该是只有你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这个，然后五号我也是感觉说五号啥没说啥玩意儿，反正八号我不知道，但五号我想投五号。你发言完了？发言完了。好，来。哎，那刘琦为啥就全是抱着马老师大腿的聊啊？就马老师说哪边你就说哪边，就这意思啊。就是马老师保四号你也保四号，马老师说五号你也出五号，然后八号这边你模棱两可一下，就你这个发言我觉得非常有问题。对，然后别人踩你压根啥也没回应，然后我纯平民一个，我不知道。但我是觉得你刚才发言很莫名其妙，你让我觉得你们战队拉得有点紧，过。
过了，那现在开始投票环节啊，举起你们的手，三二一，投票。五号是三票，一号是三票，一五 PK 吧，一号先发言吧。我纯村民，我现在是纯直觉，没有啥别的判断，我现在就单纯看着你的眼睛，我猜你是坏人。来，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刚刚的发言，刚刚发言确实没有发好，然后现在是如果是我跟刘琦 PK 的话，我这是一张村民牌，然后他说他也是村民，然后相当于如果死一个没关系，就我们两个里面推谁都行，因为我可以扛推，推我也没问题，可以走，走的话他也是二比二嘛，还行。发言完了，来，三、二、一，投票。哎呀，那一号走了。三、二、一，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念人。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好人，他是这个。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好人，他是这个，他是这个。女巫请睁眼。女巫今天死的是这个，要救还是不救？女巫，你有毒要用吗？好，天亮了，请睁眼。今天是平安夜。七号先发言。啊，我先发言。那五号在是吧？在，平安夜。哦，因为我上一把投的是五号，因为他说推谁都行，推他吧。最后一号走的。呀，完了，我怎么说？我还想听听五号发言。过。八号发言就是昨晚上把这药用了呗，女巫。那咱们就说，哎呀，让他想知道他救了谁，但是又我要是问了他跳出来的，咱们就说也，我不说话了，一会儿又是我发言不做好了，王老师说吧。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我第一天晚上验的是三号，结果他当天晚上死了，然后所以我就保留了身份，尤其他是一个神走的。然后昨天晚上验的六号，又六号是一匹铁狼。这个全场出六号，八号的身份真的不做好，因为他前面第一轮投票投给了五号，第二轮他改票。我们前面该投谁都投谁，但是他改票，我不知道他改票的原因是什么。我今天晚上大概率会死，如果我没死，我会验他。然后这把全票出六号，好，出六号啊，全票。二号请发言。马老师跳预言家，要是给我跳懵了，我就信吧，我信马老师预言家，我跟预言家走过。这么简单？我不太信，第一有个场外因素，就因为感觉马老师特别会玩狼人杀，我觉得他第一把有女巫有药的情况下，他第一把大可以跳出来，然后带领一下全局，然后盘下整个智商。他我不知道那个第二把他跳出来原因是什么，我再看看后面。然后还有就是女巫，我觉得藏好了，因为现在预言家出来了一个，女巫要出来，狼直接就是杀两个人就结束了。然后我觉得平民也有可能穿女巫的衣服。对，其实我是女巫，其实我是女巫，对，其实我是女巫。然后昨天晚上救了个人，我救的是二号。昨天晚上救的是二号，过。五号请发言。
那其实现在就相当于都出来了。那因为如果现在没有人对跳预言家的话，那就相信马老师是预言家，然后你是女巫。你现在的话，如果女巫真是你的话，你还有一瓶毒药，那你就得找一个坑得毒一个。因为现在确实相信马老师是预言家，没有人对跳。我听听六怎么说吧，我只是一张平民。好，对跳的来了，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哦。然后呢，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的逻辑哈。第一局我验的他，所以说当时所有人在推他的时候，我第一个弃票，第二个我直接投的他出去。所以说我这里是第一局验了他，他是好人，第一个金水是他。然后呢，第二局呢，我验的是马老师，他也是好人。好。他也是好人，是好人。所以说这局这个情况呢，是啥啊？懵了。我不太清楚啊。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我是真预言家，但是呢，马老师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是啥啊？平民挡刀有可能。如果等会儿这种情况了，好，没事没事。继续发言、对，反正目前我的信息是这样的哈，这有点懵了哈，所以说呢，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酷，投票吧，来，三二一，投票。好了，六号出了，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哎，投票完之后投出去了没有？投出去这边有没有遗言吗？啊，有遗言呢。那先你把音乐先关了，灯给我打开一下子。反正我也因为第一局就是我感觉，首先刘琦那里，我如果没有把握，我一般不会投。那刘琦那儿呢，就感觉明显就是有点贴着马老师的话走的。所以说这时候我感觉他的身份呢就有点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我先弄死一个是一个那种感觉过，然后没了。好，那把灯掉了，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好，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好，预言家看我手势，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他是这个。预言家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你有一瓶解药，一瓶毒药，你要用解药吗？你要用毒药吗？你要不要用毒药？好，你要用毒药。好，女巫请闭眼。天亮请睁眼。今天死了两个人，八号、九号都死了。从七号发言吧。马老师是好人，没狼。那就还有一个狼。快快快！我忍不住，快快！你忍不住了？好，那你先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是好人啊。行，倒一排了，那我这儿发言吧。那你要这么抿，那我就听那边吧。四号说吧。我快说完了，看他怎么个憋不住了，我听听。我是女巫，我昨天晚上读的八号，因为八号最像狼坑，然后昨天狼人杀了九号了，然后五号在我眼里是个平民，因为他扛推这话他敢说，这把直接出二号，咱们游戏结束了。过了，五号发言。女巫我信，那我平民我只能跟女巫走了。来吧，投票了，三二一，投。啊，那我游戏结束了，游戏结束，不是。游戏结束了，不是刚才是啥啊？是因为那个信息我是这么给的，我说他是，我说坏人是这个，是吗？我说对，完了我，是狼，
对，我刚才给马老师我说坏人是这个，然后给了这个，对。哦，因为第一局你说这个是好的。对，所以我刚才那是我的问题，但是我给的说的是对的。哦，但是刚才那一下是整错了。我给马老师读了，这把怨我。这个游戏一共四个狼，就是加上法官。不是这局那没办法，这局你那个信息要出来了，他就直接投出去了。对对，马老师投一个，然后就下一个就米。是你就赌别人了。对，不是我以为他是平民穿我衣服。行吧，我们狼人杀就进行到这儿吧。好，好，好吧，那就祝九条命加油。好，我们一起照个相，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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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照张相，来吧，九条命妙。啊，两位法官助理啊，众人在监，只要有违规的。杖毙 ，OK， 杖毙，对对 ，OK， 即便没有违规，也可以杖毙啊，对对对，抽一张啊，大家确认自己的身份，天黑请闭眼。狼人睁眼，狼人杀人。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死的是她，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经过血雨腥风的一晚，天亮。昨天晚上有一个人离开了我们，是九号。锁子，请留遗言。因为什么也没发生，我也不敢就是乱攀逻辑，怕带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当了一把好人，然后这个死掉了，然后希望那个大家能好好的就是活下去吧。嗯啊，完了之后我绝对绝对是好人，我终于当了一把好人，相信你。对对，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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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说完了，过。说完了，好。好，从左手开始。行，没问题，马老师。其实你不扔那一下子，你也可以决定。显示公平。一个好人身份，昨天没有任何信息，但是我相信九号是好人走的。因为我感觉到他言语之中的虔诚，我只能说我是个好人身份，我得看后面聊，因为我确实闭眼玩家，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过，前这位发言啊，那个因为九号这边的话没有什么信息的一个状态，所以前这位不是特别好聊。我这边是民级民以上身份，不认出，我听一下六号往后的发言吧，九号是第一天晚上死了，然后他说自己是好人，然后听感上应该是平民，我也是平民，啊，我也是平民。然后之后至于改不改，我再看局势。我是平民，过。那完了，那九号、六号，我五号仨平民，你们剩下你们玩呗。我不太信啊，我不太信。那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这边有一张平民身份。九号我确实更认一点，那这样的话我理所应当吧。六号我稍微画一个问号，剩下的我觉得可以再盘，但是我这儿不太相信说直接五六九三个人三个平民牌就这么出来了。OK， 我过了。好，我刚才抽到的也是平民牌，真的真的。所以说张成其实在我这里的狼面比较大一点，然后我觉得预言家在后边三个人里的可能性其实不大了，都已经到轮到这儿了，还没有人跳预言家。OK， 我是村民，结束。OK， 我是预言家。OK， 我是预言家。第一天晚上我见了张成，张成是坏，把他跳出去完事了，跳出去完事了。OK， 可以吗？很迅猛，很迅猛。那当然心里就有数了嘛，好吧？哎，你这预言家怎么装干什么？不是，你怎么？你太装了吧？
吧，会不会有一点？那个大家，我那个我也能当法警。法院有这么多名额吗？给你们？我也觉得老杨哥啊，那个太那个样子，真的是你这个什么装什么装这个？来来，不是，坐。我是好人，我要为好人做事嘛，对不对？那你三号现在全场唯一票预言家的，我那今天我肯定是跟三号的票六号嘛，晚上大家一起对吧？然后我轻踩一下这个四号啊，因为他刚刚发言的时候他在找预言家。他说现在还没有人挑预言家，我感觉他在找预言家一样，他的发言啊，所以我觉得他又稍微有一点不做好啊。今天晚上我肯定是投六 ，OK 过。我反而有不同看法，因为四号怎么了？不能有不同？不是你这太书面了，是吧？四号，你可以把我思绪打断了，那个。啊，我不觉得四号说那个话是在点预言家，我觉得他反而是好人心态在提醒预言家先别跳，因为我感觉预言家先跳出来是挺危险的。如果宇光哥是真的预言家的话，今晚有可能就会被杀掉了，对吧？所以我宇光哥他有没有可能是平民替预言家挡道，真正的预言家我觉得还是先藏起来比较好。但是但是宇光哥的归票我就得持保留态度，他可能是为了坐实身份随便归一下。对，我是平民身份过。都说完了？完了。好，举起你神圣的右手，不要跟票。三二一，停住停住。六号五票归六号，六号请留下你的遗言。我本来想说我是一个张能倒在夜里的牌，但是我不能被大家投出去。没想到光哥太过于迅雷不及掩耳了，我一下也没弄好，这把有点愧疚，这把有点愧疚。像光哥是预言家的话，我觉得那就去砍平民吧。但是你下面那一刀肯定是那个要砍到那个女巫，肯定会救的，所以说这把我也背一定的锅吧。然后我感觉苗鹏像平民，然后感觉苗鹏跟罗仁登都是平民，雷松然感觉像有身份啊。我说完了过。 OK， 我看着怎么样？板说完了啊。天黑请闭眼。得，死狼也变成了法警啊。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死的是他，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天亮，注意，昨天晚上有一个人离开了我们，是七号，没有遗言。啊？没有遗言？没有遗言，没维护法庭秩序。闭嘴！你被闷住了。把那个反向套着他头上。没有遗言。没有遗言呢？没有遗言，没有遗言，没有遗言，不是，没有遗言。听法官的，听法官的。从五号开始。发言。我本来就是对七号有所怀疑，现在他既然走了的话，那我觉得还剩下两个狼，两个平民，三神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上个轮一二对于四的那个发言其实都还各有理由啊，然后反倒八号感觉参与度比较少，我想听一下八号的发言一会儿。哦，我过了，剩下的不太好判。四号，我有点没整明白。其实一开始我找这个预言家，我解释一下，我跟二号，我是确实是想找到一个队伍的 leader， 我想跟随他的这个，查验。但是光哥就是三号跳出来之后，但是前一夜死掉的是七号，在我们认为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三号竟然没有任何牺牲，所以我有点。可能我有点怀疑光哥可能会有一种就是你是狼然后暗箱操作杀了七号的这个感觉，然后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我过了啊。首先四号，你这个话语让我有一点点摸不清头脑，难过。对，就是你的话不是说驴唇不对马嘴吧，可以在我这儿说。
就是简直就是我想，简直就是绿树不对吗？对，简直对，对，这简直危言耸听。不是，对不起。首先，我带领好人做了一件好事，对吗？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你为什么要怀疑到我头上来？我只是轻轻，好吧，好吧，交流，去交流。OK， 对不起。所以说，那我们还是这样，我们还是排狼坑位的这个逻辑。首先，豆豆、橙和藤是持放弃的，所以说豆豆在我这儿并不做好。放在我这儿是做好了，他一直默默无闻，但是他是守制位，也不排除他有划水嫌疑。雷子在我这儿做好，所以说狼坑位在我这儿，狼坑位一二三还剩四匹，应该还剩三匹狼，一二三，哎，我就一二三了吗？就算一二三四五六六人，然后我的狼坑位大概率是豆豆和灯的过。不是，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预言家没说自己验人。预言家没说自己验人。啊，我忘说了，我现在不知道他是不是。我忘说了，我忘说了，说不了话了，别说话了。现在我怀疑，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现在就是预言家已走，现在你知道吗？就是预言家现在已经走了，我现在怀疑场上。然后张成自爆狼是他们第一把狼自刀，我怀疑是。OK， 我是预言家。第一天晚上我验了张成，张成是坏，把他跳出去就完事了。没想到光哥太过于迅雷不及掩耳了，我一下也没弄好，这把有点愧疚。现在光哥是预言家的话，我觉得那就去砍平民吧，然后把预言家的身份做上来，三六两狼，现在我怀疑是。因为预言家不可能不说自己的查的身份，晚上这个事儿不可能不说的，所以我今天必出三号，三六两狼。我觉得他这因为预言家不报身，我肯定必须得出他了。这个啊，我过了，我行，我有点乱现在。五号在我这里身份目前是做好，但我觉得五号一直发言的信息比较少，不过这也反方向印证了他可能真的是全程闭眼玩家。然后雷子刚刚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能太武断，我还想听听八号怎么说。二号在我这里是做好的，因为他一直在认真的记笔记，然后有在抿坑位。四号不知道，过了。三号预言家在我这儿目前还是认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在三狼的情况下，他没有必要直接把六号一查杀爆出来啊。我不太能接受七号玩家是作为预言家并且没有遗言的情况下走掉的，我不太相信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啊。然后刚才我再饶过三号玩家一次，下次好好发言。让我归票的话，我肯定要归二，因为二呢有一个大胆的猜想，这个大胆的猜想，我觉得但凡没有那么大胆，都不敢这么猜想。OK， 所以说这轮我归票。这轮节目效果太好了。这轮我可能会剪出来爆炸了，太好了，可能会归个二吧，可能会归个二吧，除非三号就真把我骗了。但是我是闭眼玩家，我只能归二，因为目前为止这都划水的。这都使劲划水了，只有二号站出来踩了一脚。说完了没？说完了，我归票，归票二号。希望大家有自己的判断。请举起神圣的右手，不许跟票。三二一，投。一号一票，三号一票，五号一票，八号一票，一三五八上 PK 台。八号开始。刚才我和五号，我们两个是弃权了的啊。我们两个弃权了，其实可以侧面证明一些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不想乱踩，不想乱投掉任何一个好人。所以说，那么在我看来，一号的杀心蛮重的，一号的杀心蛮重的。然后我觉得五号跟我的观感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两个是没有投的，所以说现在就看一和三号了。来，我过。一号发言。我投是因为八号刚刚感染到我，他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我投的是八号，那我的判断就是，因为我本来完全没有怀疑八号，但是我二号在我这里非常的做好，他发言一直到头都非常阳光，所以我不明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八号为什么要踩二号。那剩下的原理我就选择了八号，做出了自己的判断。OK， 三号。
啊，那我就回答你的问题，我是预言家，我念念查的就是豆豆，豆豆是匹狼，把豆豆票出去就完事了。下一位。等会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三号上 PK 台了，你说了。等会儿，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但是我又不得不相信，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你前面玩的时候你不说，选你的时候你不说，然后现在你上 PK 台了，你说一号，你还是说一号，你验过了，我觉得这样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三号真的要再好好盘一盘，我觉得这个他这个信息挺重要，但是他信息这个时间点有点太诡异了。说完了啊，说完了。好，目前有投票权的只有二号和四号。嗯，二号和四号请伸出神圣的小右手，伸慢了，法警维持秩序，不能变票啊。对不起，不能变票啊。啊，你不用伸是吧？想清楚了啊，他不用伸。咱们先说啊，如果你们俩意见一致，那就投出去票；如果你们俩意见不一致，那两个人上 PK 台最后一轮 PK， 然后还不能意见一致，就天黑。对，好，三、二、一，投票。好，一号、三号上 PK 台。OK。一号发言。三号铁狼，他把自己聊爆了。我本来也相信他是预言家，然后我现在，我跟雷那个二号一样，有个巨大胆的猜想，预言家会不会是四号或者五号在这装呢？但是三号现在在我这里铁狼啊，我 OK， 同志们 ，OK， 如果我是真的好人的话，我绝对不会像和豆豆这么一样玩，说他在我这是铁狼，而我却会跟他对跳预言家。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人的玩法，你懂这意思吗？所以说，而且大家看看我做的事儿，别看我苗子，别看我发言时机，兄弟，你看我做的事儿，我为坏人，我为好人做了一。你到底什么人？为好人为坏人？我是不是在为好人做事？我所出的票是不是对的？我这是看这个，而不是看我聊天时机，兄弟。聊天时机管啥用？是不是？感觉憋回一句好脏的话。对呀、啊，对不起啊，对啊，所以说我们俩完全一定要把一号出掉就对了，没有什么，我在为大家做事啊，没别的了，过，我还能说什么？说完了。二号、四号投票，马老师他们也可以投，我们也应该下 PK 台了。其实原则上不应该让他们投，那这样我们开放一点这个公平环境啊，四个呗，二号、四号、五号、八号伸出右手。然后如果这一轮平，我们就直接进天黑，好不？三、二、一，三票一票，一票弃权，一号出局，游戏结束。Sorry， 豆豆 ，Sorry， 好人赢了是不是？很够坚定，我承认我怀疑过你哥哥。当然了，他不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不是，我是预言家。就是我，我是自刀狼。你是预言家，我是猎人。他不是预言家吗？我是猎人。那你为什么是点一点的那么准啊？当然啊，不是，他不光点一点的准，他点六点的也准。这就是我是挂问号了，其实。因为他点的确实准。我是猎人。这怎么点？你是猎人，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是狼的？啊，首先睁眼睛。我没睁眼。没有，我全。不是，那也太准了。不是，他真的吓到我了，一下给我吓懵了，我天。现在开启真相时刻。第一页，嫌疑原家顾腾立案到警署通报，请这位发言具体查身份。我这边是民警以上身份。直到白天，猎人杨宇光直接扛枪悍跳原家，还给张成发出了正确查杀。心里就有数了吗？好吧。第二页，原家顾腾练到场上仅剩独狼李豆豆，却被李豆豆反杀，直接刀出局。顾腾无遗言，只能抱憾离场。听杨宇光一个扛枪猎人悍跳到底。查完张成查豆豆，一狙一个准。我是预言家，我今天查的就是豆豆，豆豆是平狼，把豆豆票出去完事了。下一位。至此，三狼俱死，好人获胜。一号出局，游戏结束。查过啦，真没睁眼。你为什么是点一点的那么准啊？首先我在跳这个预言家的身份的时候，看谁对我有敌意，我就干他多少。
OK， 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是快乐的跳跳。这太恐怖了，太强了，光哥，光光两个傻傻两匹狼，我一开始真以为他预言家，然后我死之后看你是预言家，我说这，来吧，到这边来照相 ，OK， 走喽。现在开始喜人聚会，本次团建是呱呱乐，你们的口号是呱呱乐，呱呱乐。九人局，现在开始，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预言家看法官手势，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他被杀了，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平安夜，三号开始发言。哦，我是三号。平安夜很好，没有什么信息。吕岩很紧张，邓帅看了一眼他的牌子，他立马合上了，不知道在写什么，丢两个小水包给五六号过。哦，这是水包啊，水包。哦，哎，耶，这个爆了，记在头上了。好，逆时针发言。朋友们，我是一位平民。有什么可骄傲的？一位。此刻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狼人杀的游戏。感到很兴奋，希望和大家交朋友。滚！免级免以上身份，然后就是我没写字儿啊，我能明白林飞啥意思啊，但是我没写字儿，对吧？我啥也没写，我也没有紧张，我知道我是五号。滚！哎，给你看看为什么记得什么？五号下面打了一个叉，看到了吗？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昨天晚上验的五号叉杀。有查杀，走查杀，查杀力度最多，然后欢迎狼起来给我悍跳，看能不能跳得过我就完了。好，全票走五号，游戏结束就行，继续。那我就跟着吕岩走吧，就是五号过。这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过。那就跟吕岩走吧。刚我怀疑林飞，林飞话多。好过，都跟吕岩走。你可以跟土豆走，你可以跟土豆走。你这想什么你啊？啊，我听听何老师发言，我先过。我确实觉得我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林飞，你是不是有点太不经过大脑思考就给五六了？其实我是想投你的，但是我觉得这一轮我还是听团长的吧。那既然我就走五号吧。但是林飞，你上来开始就随便就给俩。我是射手座。好，过。全场都说完了哈，来，请伸出尊贵的右手，投出神圣的一票。三二一，投票。五号是一二三四五六，六票，两个弃权。那就五号被票出，请留第一个遗言。首先啊，我一定要说，我真的是平民。这个从一上来，他根本就不是预言家。
相信我，我不骗人，我就说这一句话，我不骗人，今天就贴脸了啊！他想就是拿着狼人牌了，你懂吗？这个七号上来就直接跟，这也铁狼。预言家心里面最清楚，这个不是，我真的是平民。他这一下就我跟你说，你输就输在你先出我，我的真诚度就是能够压你一下。我今天你输真的吕岩，你一世英名，你一世英名输在真诚上，真诚是无懈可击的。请大家相信我，他的身份一定不做好。预言家不信，今天晚上就验他。好吧，好诚实，很诚实啊，诚实。说完说过，过。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预言家请看法官手势，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死的人是他，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死了一个人，是三号。三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可以发动技能吗？是的，你可以发动技能。怎么会倒到我头上？我想一下啊，我觉得刚刚那个邓帅的那个真诚程度有点打动到我，但是现在这个局势下，预言家逮出来了，我是把枪，我要是带吕岩走，是不是有点太？但是我觉得你不是预言家，因为你刚其实说邓帅是狼的时候，你脸红了。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昨天晚上验了五号，查杀，有查杀，走查杀，查杀力度最多。我知道你这么善良一个人，就是你在违背自己的内心的那份善良去装，但是没有办法，你自己的底牌是一张狼人牌，你只能做这样的事情。就像你带领我们逆奏凯硬搞喜剧一样，带领我们逆奏凯硬搞喜剧一样，很难，真的很难。这叫硬搞吗？我给你个痛快，好不好？我开枪，带走吕岩。不，哇，这个先带上啊。好，那法官特批一个一眼。好，太好了。你爸爸团长，我都听着。没事没事，正常游戏嘛。我昨天没有投票的人是那个七号和八号，昨天查了八号，八号是好人啊，八号是好人，然后在现在场上在这冤家里就直接出就行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游戏嘛，游戏正常。哇，首先刚刚吕岩说给了你一个好的身份，然后呢，我不知道他，我感觉他70%是狼走的，因为我在第一天晚上救的是你，所以狼肯定是第一天晚上杀的是你，我是女巫，我就救了你，所以。我感觉吕岩是狼走的，为什么投票的时候我弃权了？是因为我紧跟的是他，后面的所有人都在跟，所以雪松啊、冠潮啊这些，我觉得有一些怀疑的东西。如果今天晚上我没有走的话，我肯定会读一个等会儿发言不好的人。嗯，过。好，到我了。吕岩是狼，验了，铁狼。第一天晚上验的是雪松，雪松是个狼，所以现在不用投吕岩，然后雪松一定会，这一把就大家都把雪松投走就好了。你不能说话了，你死了，打他。对对对，然后邓帅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邓帅应该是一个好身份。其实游戏我觉得应该狼很难了，吕岩已经走了，然后这把雪松搞出去，这个铁狼第一轮第一天晚上就验了，过。九号，很明显啊，八号是和吕岩一伙的，你知道吗？他俩都是狼，没，我不信这个高颖这个预言家身份。对，你呀，嗯，好，
打嘞，你打我来吧。我不信他这个预言家是。哎呀，我看他开心嘲笑了，我看嘲笑了。肃静。这个我，哎，我刚才说什么、啊？我们也想问你刚刚说什么、啊？对。那个我投八号，八号我投八号，因为他这个我要是预言家，我一定会上来就跳我是预言家，我一定要告诉好人们我验的是谁。对，预言家不能藏，你这样会诱导剩下的这个好人不知道怎么玩。你管我，所以我帮你。对，所以好人们啊，好人们不要信他的话，跟着我一起把八号票掉，全票打回八号啊。七号八号就他俩，好过，我跟雪松走，我就投八号。他说服我了，法警笑了算是。没有，他说服我了，我完全被说服了。说完说过，啊过，你别说服我呀，你看好像是也在说服我跟你啊，我觉得。我投雪松，啊，这轮我投雪松，啊，我是个那啥，我投雪松，过。朋友们，为什么没有人说说我呢？我无论我是个什么，我也是个人啊。但我没有想到，第一次参赛就总结性发言。我对于七号和八号都是有深度的怀疑。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就擅长捕捉场外信息，就偷窥大家的表演尺度在哪。因为雪松刚才那个发言的底气十足。啊，他用了丹田了，在我的这个感觉里，过，谢谢。好，谢谁呀？谢什么？所有仍在场的人请举起你的右手，三二一投票。三票九号，三票八号，八九上 PK 台，八九上 PK 台，九号先发言。就还是那个道理，如果你们想想，如果你拿了预言家，你上来第一晚是平安夜，你一定要报人你验的是谁，因为解药已经没了，你知道吗？解药已经没了，明白我意思吗？好人们，明白我意思吗？七号、八号的身份太可疑了，就给我全票干飞八号就完事儿了，真的过。来了，高他来了。我第一天晚上就验的是雪松，他就是一匹铁狼。我第二天晚上就是验的吕岩，如果现在把吕岩的耳朵拿开，绝对是红的。你现在很心虚，是因为你们给了他信心，让他觉得他丹田有劲儿了，让他觉得他是一个好身份了。他已经露馅儿了，朋友们，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预言家。然后下一轮我会先验冠潮，过。好，现在是一二四七，你们四个人伸出右手，三二一投票。俩九俩八进入黑夜，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预言家请看法官手势，法官的手势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死的人是她，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死了两个人，排名不分先后的是一号和八号，没有遗言。二号开始发言。我真是我很混乱，我不知道啊，我是一个，我过。
我不能说太多，我过。四号发言，稍等一下，让我再重新捋一下，刚才是谁？他俩去世了。贯彻高影。看来不会玩的是真是不太会玩啊！我想想啊，我还是想听听大家多说说话。没有什么大家了，大家都屎了。行，我过一下，谢谢。哥，太过没礼貌。别到，别到，别到，你激动啥呀？七号说，那个刚刚是上一轮是八号和九号在 PK， 对吧？他们俩谁是狼人？结果现在高颖被那个晚上被杀了，说明他不是狼。所以这一轮我们不管怎么地，先把这个九号，不要听他后面发什么言，先把他干出去。因为上一轮他们俩在 PK， 结果现在他走了，所以我们一定现在就是九号是肯定是狼人的，先把他弄走。我带走的就是一号，因为在雪松那么不自信的情况下面，冠潮居然占了雪松，我搞不清楚这个逻辑，所以我。当晚上我就用毒药把它毒走了，所以我们现在先把九号投出去就行了。如果还有平民的话，嗯，过。九号发言。好，嗯，那个哥，你接着跟我走，你跟我走就对了，你知道吗？这俩选一个跟我投哥，这俩七号和二号选一个，咱就赢，咱们就赢，明白了吗？你知道吗？说完了吗？说完了，过。说完了，来，你们四位请伸出右手，三、二、一，投票。俩七俩九，七号十号上 PK 台。七号八爷，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也可能带错人了。那我就是带错人了。杨帆，你会玩的。那你为什么一直要投我呢？我好身份，我好身份，杨凡，我是好身份，我是好身份。刚才我带可能，那就是，那我们俩是好身份，然后他们俩是好身份，都是好身份，大家好人局。雪松先把他弄走，我求大家了，我求求你了。我现在好恨你，我好想参与啊，对吧？所以现在就把雪松弄走啊，过。哎哥，我跟你讲啊，这个游戏狼人啊，不是说只能杀别人，他可以自刀。你怀没怀疑过他晚上自刀呢？他为了坐实他这个假预言真假真预言家的身份，他把自己刀了，对吧？跟着我走，干掉他，游戏结束。说完了吗？说完了。好，那就剩二号和四号有投票权，你们俩要在七号和九号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你们俩平票，我们将进入天黑。三、二、一，投票。好漂亮！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天亮，游戏结束，狼胜出。我三轮都演对了。哥，我欺骗了你的善良。其实他都没说明白，不是，关键是我不知道你拿什么欺骗的，你懂吗？你拿什么欺骗？你都没说明白。这个是我的，跟你走七二，你都没给几。我说实话，我也不会玩，但是我真抓住了房哥，他更不会玩。我真想参与这个，你们让我参与。吕岩帮我们点评一下全场。我觉得非常精彩。我是感觉我终于啊，四年了，我找到在这个平台就是大家一起玩狼人杀的窍门了。你别太当真，别当真，别着急。你看这把，我看高颖和刘洋，我觉得俩人太认真了。他急的呀，脸都红了。他能不急吗？就是摆在你就是有一个骗子，有个骗子在骗人，但他没有任何诱饵。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个说的很有逻辑，也很有道理。他最后自我怀疑了，是我真的。我是怀疑了，我带错人了，哪有带错人了？我觉得怀疑了，单哥不能。我觉得我要说的话就是，有的时候玩游戏啊，就是跟生活一样，别过得太较真啊。有的时候就是放松一点，反而会更快乐。
然后我也体会到了马老师当法官那种开心的感觉，真的是旁观者真开心，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比赛的时候坐台里。好，那我们这个团建就差不多了。然后哎呀，其实今天这个还挺那什么，因为你们即将就是各回各家，作为逆奏凯这个团即将面临这个退出比赛，但是你们作为演员即将进入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去，有啥感受吗？就是没待够，对马尔，就是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没待够，还想再回来，在监狱里跟他们一起再创作。创牌的话确实是创不动了，但是我唯一觉得创不动了，但是唯一觉得就是在这儿很开心，有点舍不得大家，就是这个感觉。对，我们俩都觉得在这儿感觉受到了很多的鼓励，非常开心和支持，这是最暖心的。因为我们可能前两年自信心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对，然后但是在这儿就是有一种就是有归属感吧，就很温暖在这儿，然后就看到大家交了这么多朋友，唯一就觉得舍不得大家，能跟大家在一起玩。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有点过于大了。其实过两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一刻啊，就出现了啊。是比赛，但是是没有输家的比赛。对，这句话是太好了，这个就明天开始啊。继续做喜剧这事儿，咱们加满油再往前走。我觉得还是借用土豆老师那句话，喜剧没有失败。谢谢逆奏凯，谢谢各位老师，谢谢马老师，谢谢马老师，谢谢大家。咱们一起照个相吧。 好吧。好，今天这个照相呢，他们会给逆奏凯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横幅，来吧。哇，哇哦！恭喜逃脱喜剧监狱！三二一，我们是逆奏凯，逆境中奏响下班之歌。拜拜！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好，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女巫请睁眼。昨晚上死的是这号玩家，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瓶毒药你要用吗？ OK， 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天亮了。昨天晚上是平安夜。那我们从这个四号玩家开始发言。我刚刚看面相，抿到了一个狼。他在法官宣布今天平安夜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细微的皱眉动作，被我火眼金睛的捕捉到了，就是八号黑萨萨里斯。他一个皱眉，就是啊，平安夜了，一个这样的心理状态被我捕捉到了，一个小水包丢过去啊，其他的不知道过。我就是一个积极阳光的小身份来的，也没有什么小水包，也没有什么小身份，但是我看沙姐的面相，现在都看面相了，对，我只会看状态，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看，对吧？这边也看不到，我是觉得孔老师的面相还行。梅姐很那个阳光来的啊，沙姐确实说不上来，反正感觉九号还可以，没有啥可说的了，就看状态。好，我是一个阳光仔，我是一个平民身份，我是个鸡蛋仔，我是一个平民仔。然后呢，我不相信有四五六连坐都是这个好身份的情况。刚才呢，王楠，你的这个
负面还是有点跟这个四号比还是有点大，因为他提前也说了这个从面相啊还有包括对八号的这种怀疑，但是你也跟怀疑了，那么我就要怀疑一下林飞，因为我觉得他直接通过微表情或者怎么着是很有这种那个污蔑的嫌疑的，污蔑的嫌疑。好吵，不许对话。OK， 我是不会站队的。好，我跟着预言家走。我跟我相信的预言家走。请预言家举手。好，过。举手，还要给你举手，表明一下他的身份。对，我是一位神职牌。我是一个神职牌，但是信息有限。刚才四五六发言在我这其实都不太算数，我现在想看看预言家怎么讲吧。啊，我信息有限，过。我真的不会玩，所以呢，林飞不管说他抓到我什么表情，我为什么皱眉，你要看到我为什么皱眉，我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玩起来会很复杂，我就会觉得那个复杂情况我要怎么去发言，我会很紧张，然后也是想要有一个那种指引，有一个是那种号召力的，大家说点有用的信息。我这个可能也有点无聊，但是我是好人。说完了，过，真棒。我也是好身份，但是我要浅踩一下马老师。哦，您发言好了我就不投，你发言不好就投一票。好强的压迫感。我是民进名义上身份，但是我确定，九号是个好身份，因为他很松弛，他一直在拿一个笔跟他手上那个小水包在较劲，你知道吗？这其实是一个松弛的表现。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后置位，我觉得我同意那个谁天放的那个说法，就是如果有预言家要跳出来，要给我们一个指引，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前面的三位发言，四号上来以后凭空踩八号，确实是可能是没得说。第一个人发言没得说，就给一些场外过。二号发言，二号预言家来的，验到查杀了，验到查杀了。三号，一匹美女狼。信我就完了啊！我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昨天晚上是平安夜，今天大概率我就走了，但是我觉得验到查杀不亏，要不这一轮咱们也没方向。过，棒，来，来，来了，来了，全场唯一真预言家。OK， 全场唯一真预言家。OK。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在记呢？因为我是末置位发言，有一点这个位置不太好。我刚刚一直在记什么？我在记谁在找预言家。因为一般找预言家的人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狼嘛，他想抿神出来。但是刚刚一共有三个人都在找预言家，然后呢，大家又其实很多人其实玩的也比较少，包括我自己，然后需要一个人引领方向。我就想着不行，我第一轮就得跳，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美女狼在这儿悍跳啊，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我没有抿到查杀。我昨天验的也是我旁边的，我验的是四号，四号是我的金水。但是既然有人跟我对跳，我就必须得，我没什么可说的。OK， 说完了吗？说完了。OK， 好，那现在开始投票。来，都伸出你们的右手，三、二、一，投票。投二的有四票 ，OK， 那就没有悬念了。二号出局，然后二号是有遗言的。为啥呀？二号吗？对，二号四票出局。他真是狼，我真是预言家，我行，我轻松点，我都到这个位置了，他不，我重新缓一下啊，我肯定是预言家，为啥呢？因为这牌上面说我是预言家，我肯定是啊。我睁开眼，我问我说是这个是这个，他说是这个吗？那有啥问题？三号这边能，他这个时候他跟我对跳，他对跳不起来了，他给四号发了一个好身份的牌，那他的力度难道有我大吗？这女巫的药已经用完了，就算今天我不死，晚上我也死过，但是我没想到一个跟我的都没有。七号和一号是弃权了，然后其余的有四票全部归到我。24号，
禁止对话。对话。然后，三号是我的查杀牌，你就看呗。那女巫自己找点过。OK， 天黑请闭眼。狼人请杀人。OK， 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女巫请睁眼。昨天晚上死的是这号玩家，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OK， 女巫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离开的是七号玩家以及三号玩家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从八号开始发言吧。我真懵了。好好，可以懵，可以懵，可以懵。我第一个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我是好人，我只能往后看。说完了，过。哎呦，这是，就莎莎就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要是刚才这一番是演的，就演技太就是突飞猛进，但我相信应该不是，但是我觉得我暂且相信你是好人票，但是三五八刚才你们是一起投二号的，二号悍跳，他是，啊过了过过过过，哦，我觉得朱美吉应该是真预言家走的，就是被投出去了。然后如果他是真预言家走的，那三号就是狼，三号给四号金水就说明四号的身份一定是好的，因为他不敢给狼同伴金水，他一定是给了一个真金水。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票型哈，我们只有投票是真实的，刚才给二号投票的是八号、九号、三号和五号，所以五号、六号要好好发言，四号给了金水，我们先不到你的轮次，过。不管二三谁是那个真玉，谁是狼，现在稳定走了一匹狼。然后我觉得六号是个渔民，我觉得五八九出两狼，我是女巫，我是女巫。这个三号是我独走的，一号是我昨天晚上的第一天晚上的饮水，出马老师先出我四号，我觉得先出五六号可以放嘛。六号我觉得是个渔民，人家上马分票了，冲真预言家的时候，狼队友一定会上票的，所以我觉得六号虽然你投了我，但是你先往后稍一稍。感谢。OK， 过了。你是女巫身份。哦，因为我本来盘的是因为我是相信三号是预言家身份来的，所以我想的是夜里夜里那个女巫毒的七号，我想错了。嗯，但是我绝对是一个好人身份来的，我心里的狼坑是一号、七号和二号，因为我一直都不相信二号是一个真预言家，然后三号又记了那么多，纯属一个自己心欲的疗程。对，而且我觉得八号一定是一个好人身份来的，看他懵的状态。如果我投的话，我会选，一号。说完了，过。OK，OK，OK、okay. okay. okay, 也可以。在我的观念里呢，这个四号作为女巫，她如果还没有用这份毒的话，那么我合理的怀疑三号是以自刀的形式离开的，让大家更加信服她是预言家的身份，然后以来做这个二号。在我看来，我是相信二号的。然后呢，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不好意思。那个，然后刚才呢，这个天放哥说，这个七号说他自己是民警民以上身份，他可能是作为平民，在用一种身份的外壳来抵挡，为好人抵挡这个狼人的爪牙。不许嘲笑我，合理。对，不许嘲笑，不许嘲笑，这东西大家都在小声听，算是嘲笑，完全听得到。喂，法官能不能开放？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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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不行。等一下，注意啊，我还没有说话，还没有暂停，对对对，还没有。刚刚差不多都一人打一下的，一人打一下，好。我有自己的逻辑，好吗？请尊重我的逻辑。然后呢，五号是我有点怀疑的人。好，过。因为他跟我的这个价值观有点冲突，在这个游戏里的这个逻辑有点冲突。
OK， 好，发完了，发完了是吧？好，我们现在开始投票，举起你们的右手，三、二、一，投票。那就五号毫无疑问出局，然后游戏结束。哇，是吧是吧是吧，肥，怎么就不信我呢？我是不是说一号和八号我框着了啊？为啥不信啊？我是猎人，谁是女巫？我是女巫，我差一轮话就能那啥了。我跟你说，第一天晚上睁眼的时候，他俩看着马老师狼，他俩高兴坏了。现在开启真相时刻，来，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第一夜，女巫王天放成功救下村民孔令美、预言家朱美吉、成功艳狼李豆豆，好人阵营开了个好头。第二天，真预言家直接爆查杀，谁料狼人豆豆强势悍跳，全场唯一真预言家。OK。跳的好人找不着北，真预言家竟被投出局，一神一死，女巫天放也露出一角。果不其然，第二夜狼人刀了女巫，而女巫也终于清醒，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掳走了狼豆豆。此时二神已阵亡，两狼还在深水区。第三天局势扑朔迷离，最后一神猎人王楠因慌乱发言被架到焦点位被投出局，至此三神俱亡，狼人获胜。完了，我没记这笔记。我主要输的没记笔，他写的啥？我看看。一马老师，二汤唯，什么玩意儿？他是自己的。记，这记的啥呀？这玩意儿。马老师太会演了，他不投票，你知道吗？他会跟我眼神对视，仿佛在跟我一块儿找坏人。然后，那今天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姐妹局，但是。还是非常精彩啊！那个亨哥，刚刚谢谢各位小主。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头戴绿叶的人呢、啊、都非常紧张，但是后来各位姐姐们让我们彻底松弛下来了。然后尤其是在最后这个狼人杀环节，那就谢谢大家吧。好，就那我们就来一个全员合影哈。好，三、二、一，请人中心每人。那好，确认好各自的身份，我们游戏准备开始。天黑请闭眼，狼人睁眼，确认同伴，狼人请杀人，狼人请杀人，狼人闭眼，预言家睁眼，预言家请验人，这个是狼人，这个是好人，你验的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睁眼，女巫，昨晚上死的是他，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猎人睁眼，猎人请闭眼。好，天亮了，昨晚平安夜。四号发言，有上警吗？没有上警，没有警徽。没有警徽，我想想啊，我第一个发言没啥好说的呀，说不出来啥。我过吧，确实不知道该说啥。五号发言，五号是闭眼玩家，然后晚上不吃信息。四号刚放了个屁。哎，我过都不行。哎，等，二哥，哎，二哥，对不起了。我不是真放屁，还打我干啥呀？五号也过了吧？六号发言，
四号如果没有用小细节骗我的话，我是比较认四号的。他刚刚问有没有警徽，他没有警徽就过了，我听大概也听明白了。五号目前扑朔迷离。哎呀，然后那坏人三个的话，那应该就是那边出了，一二三七八九出三郎，对吧？然后一会儿听吕氏发言吧，吕氏愁眉不展。我这边是一个平民身份啊，平民身份过。嗯啊，然后呢，我这边啊就很容易把一个好人身份玩得像坏人，就是我老紧张了。所以说，但是我这把确实也是好人，并且就是也是全程闭眼，那我就没有任何信息，所以说过。八号发言，八号是。这个听完你们一顿发言，总结了一下，四号划了个水，五号划了个水，然后六号说了一个场外划完水之后，但是我认你六号是个平民，因为我觉得你发言特别阳光。你只能认他回话了。然后七号的发言在我这里扑朔迷离，确实有点没听懂，然后我只能说一下前置位的发言，然后我是一个民级民以上的身份，过。民级民以上。前阵发言四号蛮健康的，五号有点问题，七号八号不确定，看看后面有没有挑预言家，没有挑预言家，我个人考虑在五八之间出一个，到目前为止民级民以上顺好人过。六号问题很大，大胡子先生怎么说？不是，为什么六号能跟我对话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对不起了，成。啊，反正因为我视角比较清楚，六号的话就我觉得问题很大，非常大。嗯 ，OK， 我盘一盘逻辑，稍等我片刻。过过，你猜。啊，在我发言，那个四号是过，五号是过。六号要拉四号绑票，七号发言也是我多少怀疑一下，但是不至于水爆程度。你先说，我无论玩什么身份都会玩差了，所以我就过了。那你什么意思呢？八号不好判断，然后九号行为挺错好的，马老师踩了八五七，然后暗保一下四。前面因为太水了，我觉得宋木子我可能挂宋木子一票，然后或者是我觉得一号和八号中间我选一个挂一票。我是全场唯一，全场唯一真皇帝哦。OK， 那个全场唯一真玉啊，全场唯一真玉啊。然后我昨天验的是一号松松，他是一个狼。我们这把全票出一，没有什么问题。吕岩的发言怎么感觉犹犹豫豫呢？不知道，感觉没有那么笃定，因为我觉得前面信息大家聊的还挺丰富的，但你这儿一个运筹帷幄的表情，然后结果没有聊出来，就觉得很奇怪啊。好吧，所以说明天可能我会验你一下，如果没有死的话能说出来你的身份啊。我们先这把全票归一，好吧。过。好，来，大家开始投票，请举起各位的右手。三二一，一号，刘一言，真的六号非常可疑，好的，但我觉得三号的发言呢，不聊了，倒灯了啊。来，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狼人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统一意见。狼人请闭眼，预言家睁眼。这是狼人，这是好人，你验的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女巫睁眼。昨晚上死的是他，你有瓶解药要用吗？你有瓶毒药要毒吗？女巫闭眼。好，天亮了。昨晚三号，
顺势吧，四号发言。这怎么发言啊？我这预言家走了。昨天我看到了马老师，九号单票挂了三号。你在我这儿，我觉得马老师是。你聊了一圈，就三号跳预言家了，我只能相信他。然后一号那个反应，一看就是狼，我觉得九号不好。王广这儿，你都明了，你今天晚上赶紧把那个，就肯定得破一毒了。我觉得他是女巫。虽然我觉得都能抿出来了，哎，我为什么要抿女巫呀？但没所谓了，你赶紧把药用了就得了。好 ，sorry 过。啊，我觉得在我这八九双狼啊，我觉得八九都不做好。现在认民的我是闭眼玩家，认民的只有七号，我这边先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六号之前说四号的身份，那我觉得四号身份在我这儿目前是好的，我再听一圈吧，过了。六号发言，我也是平民，我第一下午出来我就认了。然后呢，现在狼坑在我的心中是这样的，你像月子和美吉发言也 OK， 然后这是预言家，如果月子盘王广是女巫的话，那就二七九出双狼。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吕师的概率会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吕师第一轮他没说出什么来，他就算是判断那个微表情，他也是可以说出东西，但他没说出什么来。我看看吕人怎么回应吧。啊，过。我刚才反正我也是看，因为九号那个情况下去给了三号一票，三号当时是莫志蔚发言跳预言家，然后去点查杀，看着没什么问题，但九号这时候出来给他一票，所以说我着重这回想听一下九号的发言。然后呢，我这就是一个闭眼玩家，我全程没有信息，然后过。八号发言。首先我想说一个我的感受啊，我的感受是六号是一个。就是在我心里面好人面比较大，除非他演到我了。然后四号五号，虽然四号也给我递身份，但我没觉得你们两个发言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因为你们从第一把划水到刚刚的又是第一个人说话，所以你们两个身份在我这里没有就是说完全的一个做好行为。然后我还想听九号发言，因为三号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但是九号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投三号，除非九号你在这给我说个你是预言家啥的之类的话，我不太那个明白。然后在我心里，我觉得二号身份就是有点不做好，有点挂相声。他点评你旅团，他用你的技巧打败你他。然后七号在我这里扑朔迷离，他说什么我听不懂。然后我还是民籍民以上身份，不用给我安任何身份。对，你过。九号发言啊，这个形势确实是不太好。三号是暴民，暴民跳预言家，然后呢，查杀了一个上一轮发言最不好的一号，但是一号投给六号，而且全场投下来，你会发现一号没有同伴，所以一号是好人走的。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唯一真预言家，第一轮验的六号，六号我金水。但是第一晚平安夜，所以我没法跳。但我没有想到我后置位，三号又跳了。昨天验二号查杀，四号和五号必有一狼，但是谁我不确定。八号发言是健康的，四七八里面应该有两狼，二号是先全票出，然后女巫要用药，我建议给到四号。因为四号刚才在找女巫的逻辑自己聊爆了，这一轮全票出二号过，二号发言。首先一个个说，说二号自己的身份，二号自己身份是一个民，我认三号是预言家，三号刚才点出了狼查杀，并且狼自爆式发言走了，没有任何问题，查出没队友，我是真没队友，你们自己扫一圈。首先是没有队友的，第二点你说我愁，肯定愁啊，因为刚才过了一圈全部都是过，点了一下四要绑没绑，过到了马老师这儿，我觉得他很阳光，说了一套以外没别的信息了。第三点我说我不是狼，因为这个一是狼，你们认不认识一是狼？首先你们如果认一是狼 OK， 那我就没问题，因为我是在预言家之前点的一和八，现在场上有问题的很明显八和九啊，我们不看说话看票型啊，上一轮九号在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九号是唯一给三投票的。
我们首先要确定自己逻辑，我们认不认桑老师预言家？场上第一轮他是唯一真预言家，我就认他是预言家。他点着查查查查自爆，那他就是真预言家。他说第二轮是验我，然后我没死，然后他死了以后可以把无情的把脏水泼到我这儿，那九号铁狼啊，怎么可能投我？我们全票出九就完了，多简单的事儿。然后下轮是八，过 ，OK。来投票，举手，三、二、一。一二三四四次，九号出局，那就留一个遗言吧。狼这个发言被迷惑的主要是六号，这一票输在六号身上，我给了你金水，结果你还投给了我。投给二号的四号应该是好人。二五八过。好，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开始你们邪恶的表演。狼人请统一意见。狼人闭眼，预言家睁眼，预言家请验人，他是预言家闭眼，女巫睁眼，女巫昨晚死的是她，你有瓶解药要用吗？你有瓶毒药要用吗？女巫请闭眼，猎人睁眼，猎人你的开枪状态是，猎人请闭眼。好，天亮了。谁死了？四号，二号。有技能，有技能啊！我想想，不太好打。我这一枪打对了，说不定就赢了。其实我想在武器里边打一下子，打一下七号吧，开枪打七号。好，好，游戏结束。结束了吗？打对了。狼人胜利，狼人胜利，八号是狼。完了。八号是狼吧？九号呢？预言家。九号预言家。你真是预言家。真是预言家吧。你要是打二八，你赢了。一二八是狼。啊，打错了。我信了，他是真预。然后我刀他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他当这个预言家。对呀、啊。就是没话说了吗？你们只要认三号是真预言家，那我就没问题。对，对我就是信了三号。但是吕岩的发言也很有道理。第一天，平民高超跳预言家，盲杀狼人宋木子。虽然精准杀狼，但也帮助狼人通过观察票型找到了真正的预言家马东。这时，狼王吕岩一把刀掉高超，在众人眼中坐实了平民高超的预言家身份。深水狼王广顺势利用高超坐低了真预言家马东的身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投三号，除非九号你在这给我说个你是预言家啥的之类的话。吕岩趁机缜密分析，你们认不认说服大家投走了真预言家马东。那九号铁狼啊。而深水狼王广从未被怀疑过，导致猎人在最后的绝杀中大偏。至此，狼人阵营大获全胜。继续，继续啊！又为来玩，谁来当法警？我来当法警吧。我也来吧。行，让美姬当法警。嗯，英杰当法警。来 ，OK， 你当法官。好。好的。来，天黑请闭眼。好的，狼人请睁眼。确认同伴，狼人请杀人。狼人确定。好的，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好，预言家请看手势。好的，
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死的是，请问是否用解药或者毒药？好的，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好的，天亮了。昨天晚上死的是二号玩家。哎呀！众望所归，实至名归。哎呦，来二号玩家，请发言。不是女巫为啥不救？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哎呦！因为我上来说了一句我是预言家，然后这个时候马老师表情非常细节。我是预言家。Maybe someday you'll have it your way. Maybe someday it'll all work out. 之前用过这招。春林，没看这边，没看这边啊。这边的反应很好。狼坑三六。三号一定是狼吗？嗯，三号一定是狼。第一天可以不管别的，初三，就是除非你预言家站起来啊，这也是逼狼人里面挑预言家，可以初三。我这身份没有什么怀疑的吧？不管是狼人自刀没人救，我不从来不干这种傻事啊。然后三号刚才抿出来了，抿人很简单，最简单的一种，最入门一个就是死的时候说自己预言家，看看反应，这很简单的一种东西。三号爆了刚才。三号，四号盯着点他，你哥爆了。其他的我就没什么信息了。我觉得女巫不救挺好的，起码能让我带走一个狼。嗯，我们希望这局神能够获得胜利，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游戏体验。好，结束。好官方啊！发完言我想鼓掌，这是为什么？很奇怪啊，太棒了！感觉是虽然哪里不太对劲儿，但听起来很燃的样子。对，来，六号发言。六，是你。是你，我们看了时间了，时间，那你听法官的。我这边是一张平民牌，然后呢，我不知道二号为什么倒了之后要带上我，但是在我这儿的话，二号，我眼里边应该是一个好人走的，然后我想着重听一下三号的发言，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后面我确实是全程闭眼，没有任何的信息，对，然后过了。七号发言。七号全场唯一真平民，我拿到了我最喜欢玩的牌，因为我拿这个牌，我可以随便的乱说。起这么大份儿，我跟你说，这把你们就跟我可以来这个互怼什么的，我可以就是接受你们任何的质疑，我会怼回去。然后这个六号发言不好听，就在我这儿已经不好听，声音不好听还是？就是你的发言很水，发言很水，对话，发言很水，对话了。然后二号的发言，我不敢信，因为他真有可能自刀，所以我不太敢信二号的发言。然后我跟随后面的那个预言家，我这把就是一个不怕站错队，但怕站不回来的一个普通平民过。OK， 八号请发言。我只能说我比较硬，谁碰我？这个我碰谁啊，然后在我这儿现在场上身份最高的是七号，在我心里啊，他现在发言在我这儿非常阳光，我觉得多听发言吧。九号发言。民进民以上身份，前面的发言六号比较水，七号听起来阳光，但是七号是个睾丸，所以我依然心里是有问号的。后面其实我建议，不管二号是狼自刀走的还是被杀的平民，其实后面可以打得稍微阳光一点。女巫既然第一晚没有用药，那就药在，我觉得预言家应该明确的给大家一个带领，跟着预言家走过。好的，一号玩家请发言。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昨晚上验吕岩被带走了，很尴尬。然后女巫的药还在，然后就以上的发言的话，马老师我觉得是可以阳光着玩，反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在找我的那个画风的感觉，反正我也会验一下的，我会给大家报我那个验人的那个顺序，然后当然了也会先听三四五吧。过。好，三号发言。我发言啊，然后我觉得你往
六号这儿验吧。我其实不知道这把要出谁。其实看他吕岩和他对话的时候，我张成的反应还可以，挺好的。然后吕岩上来就踩我，太奇怪了。这把我觉得你去验六，没准能验出来。然后这把归票的话就张成归吧，我觉得也没听出来别的有时候有用的信息。听四号发言吧，没有。我怎么觉得吕岩说的没错呢？我觉得三号也像狼，三七都像狼，我觉得七号也很像狼。你这状态拉满了，就有点太过了。建议拜师啊，导演有点太浮于表面了。我觉得七号啊得是一匹狼，然后反观八号，我觉得八号是好人。然后一号没有人跟他对跳的话，五号看着样子不像是要跳预言家的，那就是怂狼局，只能说啊。那我觉得怂狼局的话，那可能就是三七双狼。我这把我是想出三啊。我是想出三，我心灵感应一下。什么意思？这死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心灵感应一下。狼毛，狼毛，过了。你别整了，五号请发言。过了啊。不，我觉得吕岩说的没道理。不是，没毛病。我是两个意思。我是吕岩，我现在这把是吕岩忠实的使徒。然后我不归票，我这票会挂三。我这把我单票挂三，好吧，我过。好了，那就到咱们的投票环节，举起右手，来，三、二、一，两票三。三号，三号出去。我是女巫，我是女巫。我为什么那个反应？因为我是女巫，我知道吕岩死了，然后我没有救，因为我以为他是狼人自刀，所以我没救他。他一张嘴说预言家，我的表情肯定和别人不一样啊，还能投我出来，没有女巫了，然后民这个肯定是民走的，那你一号必死晚上，然后没了，过。好的，天黑请闭眼。好的，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好的，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看手势。好的，预言家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天晚上死的是，请问你用不用毒药或者解药？好的，天亮了。今天晚上死的是五号玩家。没有遗言哦。然后，哇，七号发言。我发言。哇，我觉得三号呀是狼走的，100%狼走的。因为如果她是真女巫的话，这个倒牌的应该是一号了。而且你的反弹力度很不大，我这记得非常，反弹力度不大。弹性不足。对，弹性不足，就是到她的时候她说那个我女巫走的之类的那些话，我有点忘却了，但是我记得很难听。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走的是五号。谁刚刚怼我来着？我想想，好像是四号怼我来着。我那个四号，我觉得你也不太阳光，反正我是这把是个真平民，不用说我那个拉太满，因为我就是这么玩。我听听一号的发言吧，我现在有点摸不清头脑，其实因为一号是预言家，他刚肯定刚验了一个人，我不相信就是一号不是预言家这件事情，我不相信。过。我没有杀掉一号，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听一号发言。我觉得成为什么走我也很费解，我说实话。我想想啊。我有点胸闷。要速效救心丸吗？好，我再听一轮发言吧。九号玩家请发言。民及民以上身份啊，还是跟第一轮一样要听预言家说话。然后昨天晚上一号没死，所以一号得把你整个的验人和逻辑和什么全部都盘清楚。过。
好，我来给大家正一下视角啊。我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晚上验吕岩是吕岩在我边上；二一个也是承认吕团的这个游戏能力，所以先验一验他的身份。然后没想到天亮的时候他就没了。然后昨天晚上我验的是四号高月啊，是因为当时跟我一块弃票的，在我眼里是四号、七号、六号。然后高月跟那个高超他俩明显是有明显对立面的，所以我想看一下高月什么身份。高月是好人。啊，所以说我能给到的信息就是这么多。至于张成为什么会倒，我也是蒙一下的。所以在我这儿现在蓝坑的话，那只有七号在我这儿发言算阳光。反正今晚上我会验九号，如果说明天我还能发言的话啊，过。为什么要刀五号呢？是不相信这是女巫，然后要骗药吗？所以五号是狼？我不知道啊，那我这种可能性很小，我觉得。这不知道该咋出啊。因为我也没有任何视角，而且我现在是场上的金水牌了啊！我也想相信一号这个预言家，那不然别外这位谁是预言家？五号是被憋得不行的，憋得脸通红的那个预言家，我不相信。我想出七过。好，六号，我是觉得七号的那个发言，我就觉得平民是可以，就是也很好玩的一个角色，但是确实也不能乱玩。我乱战还是应该很谨慎的。然后所以七号在我这儿其实一直不太做好，今天晚上如果要是就是那个我要票的话，我也会主要票七。然后我觉得在我这儿的话，狼坑是四七八啊，而且我有点乱。我过了吧，来吧，举起右手，各位，三二一，投票。六号、七号玩家上 PK， 六号先发言。不是，可能刚才的发言确实不太好，因为确实比较乱。但是我这边确实是一个平民的一个身份牌。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在我这七就是一匹狼，我不知道该咋说了，啊。那我说，你说。然后七号发言，六号就是铁狼啊，四号是人家一号的金水，你凭什么把四号判成狼啊？是不是？我是真平民，你刚刚已经爆狼式发言了，我不知道在你心里真正预言家是谁啊？可能是你的狼队友，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六号肯定是出六号，因为他怎么能心里没有真正预言家的位置呢？一号如果不是你心里预言家，谁是你真正心里预言家呢？过。好的，来举起右手，三、二、一，投票。好的。六号出局。六号出。来，各位，天黑，请闭眼。游戏继续。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杀人。好的，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看手势，女巫请睁眼，今天死的是是否使用解药？好，女巫请闭眼。天亮了，昨夜是平安夜。啊！无事发生啊！谁发言？好玩啊！这么好玩吗？吕岩，因为你肯定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你不管他笑。来，这么好玩。八号发言。啊！醒醒啊！你好好发吧，最懵的人。不是，不是，我听袁家的，过。我没得说呀，雨光就还是硬，就是。对，我真的不知道，袁家，你赶快带领我们走向胜利。下一位，九号高安请发言。那典型的一个屠民局，这个从最开始就暗示自己是猎人。女巫两晚都没有救人，不管是死的是谁，就是为了留这个药。刚才前一晚救了四号，
四号是预言家金水，最后一个民被杀，所以把他救了，我们就应该能赢。那这一局七号应该是最后一匹狼，所以这应该是最后一匹狼。你跟你说了过。啊，那王王你报不报？可以自己报呗，你报就结束。不可能，你发言。啊，行，我发言。我验的马老师是好人。啊，排除法，那就是七八，那就你俩自己上 PK 也行，对吧？我们仨选你俩也行，没问题。我不想开枪，王王。其实是。投出其他，让他把他带走了。我申请把我投掉，我带走他。结束，结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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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再扛这种压力了。张成，张成，为什么？张成是自刀那个回合，不是因为肯定就预言家，不可能救你啊，成子。我还懵半天，为啥会这样？因为当时你知道，我解释一下，原来是自刀。因为我的视野里，我以为你被毒走了，怎么可能呢？我就想，既然他说他是女巫了。我就想下一把女巫肯定要自证女巫还在嘛，然后阿管我的错，没有想到让你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你不知道，马老师每次睁眼的时候结果都是让他呀啊我啊他又死啊，这个预言家一直活着到处验好人啊。到最后那一把是谁我都救，因为你才能保最大的那个可能性。对，就即便你是自刀我也把你救了，然后咱盘盘完了没，我压力爆增，我压力到这儿了，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啊！这把真的怪我，真的怪我。可以了啊，好，那我们根据现场表现，要选一个最厉害的狼王和最拉胯的菜狼。我觉得菜狼已经菜狼已经有了，菜狼已经清晰了。然后狼王就是第一局的这个语言，没问题吧？没问题，生掰预言家呀。好，那祝贺本次狼人杀狼王吕岩和菜狼张成。播出去之后啊，又是张成的一个重大滑铁卢啊，大家多多转发啊。这个来照相。来来来，菜狼，来来来，没让菜狼在中间，来菜狼，来来来，我要退出狼人杀界。对，你压根也没有进去过。现在开始喜人聚会，拜拜拜。又画格了，你画格你就马上就得被淘汰，你一画就被淘汰。画格是啥意思？不知道啊。他每次都做个表，然后呢，完这表上写明天中午吃啥，明天晚上吃啥。大家都确认好自己的牌了啊！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这个是好的身份，这个是不好的身份，你要验的这个玩家他是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昨天晚上死的是这个号的玩家，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OK， 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你的开枪状态是哲哥啊，那你就闭眼吧。OK， 天亮了，昨天晚上是一个平安夜。哦，好，现在八点，那我们就从八号开始发言。OK，我这儿呢，就是昨天晚上没有任何的信息，然后呢，这块是一个好人的一个平民身份，然后呢，现在也说不出来啥，然后呢，就是大难临头，完全听一听。过。我也是好身份，然后因为苗苗是第一个先发言的嘛，苗苗没说出来啥。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听后面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因为啥也不知道。我能说啥呀？然后听后面，然后那个看有没有跳的就跟跳的，没跳的就拉倒呗。过六号没有有用信息，六号也是一个平民，但是呢，我是真平民，但是我自己感觉不可能连续三个都是村民，所以我在我认为自己是村民的前提下。这两个人肯定有人撒谎，我也不是肯定啊，有可能我就是轻踩一下，轻踩一下，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信息了。过，五号发言，五号这边巧了也是一张村民牌，那我们这一边
八七六五全是村民，那不可能，怎么也得有，我认这里边得开两狼，我这边是一张夜里不睁眼的牌，但我是个好身份，丢个水包给前置位，过来。我也不太会玩，但我是个好人，没有啥信息。怀楼这一轮，那个。三号玩家发言，就是我是一个民以上的身份，然后其实四五六七八他们说的有效信息我没太听出来，但因为面纱的话，我先丢一个水包给七号玩家，因为他刚那个眼神有点狼性，所以我在我认为自己是村民的前提下，这两个人肯定有人撒谎，我也不是肯定啊，有可能。其他就没啥了，过。那个我民进民以上身份啊，然后我觉得这轮肯定是五六七八里认出吧，我觉得他们四个民坑位已经占冒了，我同意三号的说话，我是觉得七号有一点可疑，因为七号其实在八号发言之后稍微有一点划水的那个样子，然后五六七八里我这儿身份认得最好的是六号，我觉得豆豆的发言是在站在好人的角度在发言的，所以六号是他们四个里在我这儿感觉发言的状态是最好的，然后五其实在顺着六说，所以五不见得说有多好，但是在我这儿他们几个里六是最好的，然后五七八里我觉得可能问题比较大啊，然后你这儿我现在相对比较认。刚才的话八号第一个发言没有什么太多信息，我觉得 OK 的，严佩伦这个野字重复了四遍还是三遍，这个野字意味着我想跟他的身份这件事儿，他点的比较明显，严佩伦基本上是铁了。我也是好身份，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啥也不知道，我那我能说啥呀？你只要给不出个神的身份，你就是个狼。我再说一下，六号行为特别做好，特别特别做好，因为主动提出了跟票的这一个问题，所以我这打了一个对，好像七号行。四号是个狼严鹤祥是狼，你看这样对话，四号是狼。然后这一块现在有两个人站出来是吧，我跟着这个二和三走，我觉得第一轮出七号没什么毛病，过。马老师马老师您说。我就等着吕岩跳预言家呢，因为我是归票位发言，结果他也不跳，我特别想跳预言家，但很可惜我不是，我是一个村民牌。然后吕岩给出了四号和七号，七号我是同意的，四号我不觉得，因为严老师后来那声啊，把我给啊含糊了，因为我觉得那个还蛮真诚的。我是归票位，但我没法归票，我觉得判断都没有那么大把握，过。好，开始投票，来举起你们的右手，三。二一投票，一号一票，七号两票，就咱俩投齐了。七号抱憾离场，你有遗言，你说一下。你说吧，今天投齐。不是我，不是我得说一下，哥们儿，我刚才听完那个啥，然后其实吕岩踩的是，就是一号踩的是我和四号嘛，我也不知道一号怎么推辞，反正在我这现在一号肯定是不做好，然后三号是民级民以上，我刚才这么归的。但是二战三的队，我不知道二是啥意思啊！我过，我死了，我走了，我走了。来，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验人。这个是好身份，这个是坏身份，你验的这个人的身份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昨天晚上死的是这号玩家，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确认你的开枪状态。好，猎人闭眼吧，天亮喽。哦，昨天晚上死的是一号玩家，一号，你没有遗言，你都不如不画这线，这画线的字数都比你写的多。
我这就想着过过过。那我们就从一号玩家的左侧开始发言吧。嗯，我前这位发言，我应该好好说，因为如果我划水的话，就有很多麻烦。但是吕岩昨晚死了，是因为狼觉得他比较会玩，所以先把他给杀了。我觉得他对七号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七号是被两票投出去的，是一号和二号，说明大部分人都隐藏得很深啊。听发言嘛，二号回票过。我觉得就是一号昨天晚上走了，那确实跟九号说的差不多，可能八成是觉得一号盘对了。那么一号上一轮的发言是点到了四号和七号，然后呢给六号稍微身份抬高了一点。然后那如果说昨天晚上走的是一号的话，那我在我这儿大概率七号是一个狼走的。然后一会儿想着重听一下四号的身份，然后我这儿我修改一下，我是民警民以上身份啊。然后没了，过了过了。既然一死了，且表情很不愉快，一定是一个就是很令人悲伤的死亡。哈，我带走这个人，我被他带走。我开枪带走语言。哇啊！所以我复盘一下，一号都留给了我们什么信息。那么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他只是轻踩了七号，但是他非常斩钉截铁地说四号是狼。所以说我可能作为村民，我今天必须要有所行动，即使他是错的，我今晚也一定会投四号。我打算盲目地相信一号一次，不管他为什么说四号是铁狼。所以无论待会儿四号会幽默地说一些什么样的语言，我今天都会坚定的投四号过。五号发言，五号没有改身份，我还是民，就是民。苗苗我听下来不是特别好，我想浅丢个水包。但其实上一轮我有一点疑惑的是，一号盘出了四号跟七号，二号也投了七号，在正常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东西不好这么投。而且一号说四号铁定是狼，但没有投四号，他投了七号。我本来是对一号的身份有点怀疑的，但一号倒在夜里了。我听一下四号发言，如果四号表水，他身份认得好，我看能认下来。如果认不下来，我个人想丢八号的一包，我想投八号，过了。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验了，美吉是好人，马老师是坏人。报，报，报，报！哦，天黑请闭眼。OK。好，狼人请睁眼。狼人请杀人。好，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这是好身份，这是坏身份，你验的这个人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OK， 女巫请闭眼。猎人请睁眼。你的开枪状态是这个。OK， 天亮了。昨天晚上死亡的是四号玩家以及三号玩家。哇！哦，咱们现在就是说没有遗言，然后直接从你开始发言吧，宝儿。四号玩家，三号玩家下，全场在马老师的爆下，这个预言家坐实了，我是好身份，但我确实是张名牌，我不吃信息，我只能接着盘，以至接下来，我六号、八号、二号，我可能会
二八里比较怀疑，因为豆豆的发言我听起来是比较做好的。二号第一轮就跳了这个七号，他非常的果断。我也不知道二号究竟是个什么身份。八号我上一轮的听感不好，我二八里我可能在二八里投吧，过了。我第一轮投七号，我自己有很强的那个发言逻辑，因为我说了，我说五六七八四个人占了四个名坑，但咱其实一共就三个，然后所以你们四个里必输了。然后六号是我听的最好的发言，然后八号呢，一开始因为他第一个发言没什么信心，很正常。然后五号我是觉得你跟了六号，所以你未见得比六号身份高，所以六号在我这最好，你跟八差不太多。然后七是发言最差的，然后我投票投了七。然后从其实三号开始，大家就都在盘七不做好这件事儿。马老师最后归票位也点了七，但是最后马老师上票的时候根本没投。然后现在马老师爆狼了，其实七跟九两狼已经是做的实实的了。他俩肯定是两狼，那七九两狼已经走了，咱四个里还剩最后一狼，然后五是金水，现在你聊不动了，五肯定是最好的，那其实狼就在六八里出，我的视角很清楚，在六八里出，然后六是我自己觉得在前置位，在前面所有的发言过程中状态最好的，从我第一轮发言我就觉得六号是最好，所以如果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投八号，我觉得八号是最后那匹狼，过了。听我说啊，就是。全票总是六，我玩错了，我刚才那晚上我玩错了，全票总是六，啊，是这样，那个我这边是女巫，前一天晚上这第一天晚上救的是二号，然后现在加上五号有预言家金水，昨天晚上我在三六之间徘徊。但是我估计我应该是读错了，我肯定是读错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把六出了，结束，啊，过了。出我结束不了，我现在那如果是照这样子说的话，那么八号在我这里肯定铁好人，我自己是好人，那就是。等于是二五里出了，然后二五的话我又回顾了一下，五的话发言其实基本上比较的重复前置位的观点，然后二号一直在屡次的做高我的身份，感觉好像想掩饰一下自己，显得自己说话像一个好人，所以其实二在我这里狼面现在更大，但我现在我肯定是要在二五里投，但我也没法归这个票，就是我因为我怕我判断的不准确，但一定是二五里有一狼，八号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过。来，现在是投票，举起右手，然后三二一投票。六啊，这毋庸置疑了，六号遗憾离场，然后咱们就是说游戏继续。啊，这还继续吗？剩仨人，结束了呀。结束了呀，结束了。我晚上杀苗子游戏结束了，我杀美吉也结束了。结束。同意。哎呀，魏伦。二八里出。苗子。这期剪出来你就完了。苗苗，你先救狼人，再读平民。我是猎人，再读猎人。先救狼人，再读猎人。他们图神，你图民，兄弟。他图民的速度比我们图神快的。跟在场的所有以及弹幕上的各位道一个大歉。好，来起来合影。对吧？好，来一个广角啊！现在开始，喜人聚会。